你敢相信，林家唯一的大孙贼为了求得一个好前程，选择了倒插门，没想到竟然把爷爷给气死了。老头子，你怎么就扔下我就走了？你真狠心啊！你睁开眼睛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啊！老头子，我再也不唠叨你了，你别睡觉了。原本十几口人吃饭，靠抢的林家，如今林家就剩下林奶、林大伯。 张兰花以及顶着巴掌印的林富强、林三叔在化肥厂，林白燕被赶出家门，林俊被抓。小生，你爹虽然对不起你，但他好歹把你养大了，出了40多年，你们大度一点，最后孝顺他一次，让他走得安心一点。人都是这样，生前作恶，死后皆孝。我晓得了，叔。 林父心情复杂，他恨林家作恶埋没了他一生，但是林老头走了，他又恨不起来了。二弟，别他走了，我还没有让你后悔，怎么就走了？凭什么走？害了他这么惨，凭什么拍拍屁股就走了？啊，谁能想到这林老头风光了大半辈子，到老了被活生生气死？气死是林富强吗？ 今晚上吵得凶，声音老大了，隔壁都听得一清二楚，好像是因为工作的事情，强子要入赘做上门女婿，然后打骂声响起，什么断绝关系，不认爹娘的，没多久就传来哭声了。你阿爷估摸着是因为这事气过去的，他之前本就中风了两次，身体不好，这次没扛住，你瞧见他脸上的巴掌印了没有？ 啊，强子真是不孝顺，家里头就他一个男娃，真要入赘了，什么都没了。林家都要绝后了，无怪乎林老头气得这口气喘不过来。谁家出了这样的不孝子孙，都得要气个半死。你之前说我还不信，现在有些事真不得不信。一切皆因果报应，我不后悔，是林家先作恶，对不起我家的，没有无辜之人，同情林家，那我前世的苦找谁偿还？你死了，我与你之间恩怨便消了。 这时，林奶突然猩红着眼睛跑过来：“你满意了吧？都是你们把老头子活生生气死！你滚，你不要待在我家！都是你这个乌鸦嘴说上门女婿的事才会应验的，他是克星克林家。”林奶突然狠狠推搡了林谦雪一把：“你这个克星灾星，你滚出林家！你别欺人太甚！我家和你家离得远，大不到八嘎子关系。” 人走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别什么脏的、臭的的，就往我女儿头上扔！我不计前嫌，好心帮忙，你还说混账话！林家的后事你们自己张罗。林孝生，走！你娘年纪大，一下子难过的脑子糊涂了。孝生，你可别和他计较，死者为大，你爹的后事万万不能使气。死者为大，但也不是由着你们为所欲为的。 阿爷生病是因为嫉妒别人捡了钱，阿爷中风是因为双胞胎是野种，阿爷活生生被气死是因为他林富强要入赘，他不孝却冤枉我，你气昏了头便能颠倒黑白，哪来的规矩？死者为大没这个大法，我退一步你可别蹬鼻子上脸。林家什么人心知肚明，内里心子都烂透了，指不定是遭报应。各位阿爷，往后可得要离远一些，挨得尽容易遭雷劈。林千雪犀利的话刺痛了好几位长者。 各位阿爷，你们都是村里老人，林家宗族说得上话的人，懂得大道理多。我这点犟脾气，顶多算是芝麻大小的事，而且我也许了人家，再霍霍也是霍霍别人家，着实不用你们担心。好刀用在刚刃上，你们林家长辈得管大事，林家宗族出了一个为了荣华富贵被气祖宗、气死阿爷不孝不替之人，那才是你们该说该管的对象。可别捡了芝麻丢西瓜。 几位长者脸色缤纷多彩，跪地上守灵的林富强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他就是想出人头地，日子过得好一点，哪怕入赘，他也是林家人。他的孩子也是林家的种，为什么爹娘也奶都不理解？气死阿爷！林富强愧疚后悔中夹杂着一丝怨恨。爹，回家吧，别留在这里吃力不讨好，还招人恨。回吧，二弟，你真的不送别最后一程了吗？是我多管闲事了。林大伯还想再开口，立即被林千雪打住。 大伯，人家打我爹左脸一巴掌，你还劝我爹把右脸凑过去挨打了，于心何忍？林家折磨了我爹这么多年，行行好，放过我爹吧。不是说出事了吗？怎么回来了？有什么要帮忙的？小生啊，你是不是和那边关系不太好？听我一句劝，就算分家了，如今人走了，好歹去送最后一程，哪怕心里再不乐意，也得做做样子。人言可畏，不能让人抓住这把柄攻击你。
乔叔，我实在是不想过去，那边太过分了，他们如果骂我就算了，偏偏骂我女儿，怎么糟践怎么骂，我在过去守灵过不去心里那道坎。乔继祖叹息了一声，这要是早几年脾气硬起来，也不至于遭这么多罪了。可惜千雪丫头的婚事了，原本年后就能结婚，如今得往后延一延了，这是你们和亲家说了没有？延什么延，死的又不是我亲阿爷，等哪天我那便宜亲阿爷死了，我再替他守孝一年。不是亲生的。林千雪可不能让乔爷爷误会他爹，于是将他爹刚出生时被恶毒灵奶调换的事说了出来，这是大队人都知道，没隐瞒的必要。什么，竟有这等子事情，太黑心了。我就说孝生父母以前怎么那么偏心，原来那里有这一茬，顾家是瞎子吗？怎么连亲生儿子都分不清？电光火石之间，乔继祖突然想起某事，停顿了片刻。你刚刚说你爹是顾家的孩子，你具体晓得是哪个顾家吗？顾半成顾家，生我爹的人叫顾真。怎么会是他？乔爷爷，你认识？我就听说过一嘴，你们也知道顾家极为富裕，所以大家管他叫顾半成。早些年差不多省城里人都知道这顾家，只是没想到这么荒唐事能发生在顾家。大户人家心眼多，伺候的人也多，这孩子不是自家的，长大了怎么着也会有人好奇长相不似家人。可不是，别人家的崽一养40年，就没见过这么糊涂的爷奶，找到后必须要亲子鉴定一下。乔爷爷，我和你说，哪怕找到了亲生爷奶，我都不太看好，鸠占鹊巢。他们朝夕相处了40年，感情指不定多浓厚。你说万一我爹要是真找回去了，天天看着偷他人生的贼鸠堵不堵心啊？尤其是那贼鸠霸占我爹资源长大成才，极有可能比我爹优秀好几倍，40多岁都已经是家里顶梁柱了，我亲身爷奶能撒手？偏偏我爹被苛待打压了40年，文不成武不就，书没读多少人也不出息，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我爹都输他一头，这悬殊落差我爹心里能平衡？被人偷走大好人生到头来却憋屈的什么都干不了，还得捏着鼻子认下贼就比他优秀。更可怕的是，万一亲生爷奶再糊涂一点，一边觉得亏欠我爹，一边又觉得养子优秀，手心手背都是肉，让他们做好兄弟，那真是恶心死人。林千雪叹了一口气，我现在是既盼着我爹找到亲生爷奶，但又担忧真找到了未必如愿，后续一大串问题头疼。话糙理不糙，是这个理，真是害人不浅啊。人自私一次，却害了别人一辈子。孝生不去守孝，情有可原。晚上，乔继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头存了事情如坠了块石头，沉甸甸的，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一大早，林千雪诧异地看着收拾好行李的乔继祖。乔爷爷，你要回省城？怎么突然要回省城了？是不是哪里不适应？是啊，乔叔，这没几天就过年了，没什么大事就别回去了，省得来回折腾，安心在我家住。就是快过年了我才要回去，我突然想起两本油本这个月要是再不用的浪费了，我得回省城一趟把东西给领了。孝生，我知道你孝顺我这个老头子，但我不能一直在你家白吃白喝，好歹我要把东西拎回来，我吃饭也安心，是不？也不用这么急，乔爷爷，你前两天不是还唠叨着礼拜天吃豆腐脑？要不这样吧，你再多留两天，礼拜天吃了豆腐脑，然后我陪你一起回省城。乔继祖腿脚不方便，他们把人接来，就让老人独自一人回省城，这是不地道，有些管杀不管埋。也成，到时支开千雪丫头去一趟顾家，有些事情总得问清楚。乔继祖得知林父亲生父母是顾家之人，匆匆来到省城找顾家把来龙去脉弄清楚。乔继祖支开林千雪去了顾家，正巧林千雪也要去黑市搞钱。天上下雨地上滑，你爸姓啥你姓啥，老兄对不对？哎呀妈呀，还真是。这个日落西山照东墙啊，你爸的媳妇你得叫生娘吧？没毛病没毛病。出门打车得叫出租，你爸的姐你得叫大姑。哎，对，是叫大姑。人吃粮食羊吃草，你的年龄我看指定比你爹小吧？真对，真准啊。这个吃饭你得坐，睡觉你得躺，你爸你妈结婚你指定没到场。我靠，大师你咋知道的？还真没叫我。河里有小鱼，天上有小鸟，吃饭是不是得用牙齿咬？哎妈，还真是，这一天天牙疼呢，算得真准，
大师算这准的，多少钱呢？不说钱，说缘。那得多少缘呢？简单收个250元吧。林千雪大半天赚得盆满钵满，然后直接去了乔继祖家。林千雪站在门外，正准备喊人，发现乔继祖家有客人。继祖，熟悉的声音令林千雪顿住。顾老，他怎么和乔爷爷认识？韦德说上午故人拜访，我就想到了你，家里不孝子孙闹出了点事情，正气得我头疼。哎，儿女都是前世欠下的债，有时候想若是像你这样清静没得烦心事该多好。最近顾老急得像热锅上蚂蚁，顾蔷薇又惹出来了麻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旧事重提，在大街上说错了话，没想到遇上一个愤青，闹得沸沸扬扬，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顾家离开多年，早已没了根基，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人压下去，顾老无奈只好厚着脸皮求乔继祖想想办法。顾大哥，贤侄今年快40岁了吧，当初还是一个男娃，一晃这么多年过去，贤侄成家立业，连孩子都工作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不得不服老了。当年乔继祖落魄，他顾老随手施恩，如今轮到他求上门，顾老并不想一往昔，偏偏乔继祖说个没完。人年纪大了都不记事，贤侄今年什么时候办生辰宴，我好提前准备。春三月，春分前后，我前几天还上门拜访，打算给你送请帖，只是一直不得见。三月春分前后，我爹就是那时候出生的，对方还姓顾，不会是？前几天我去乡下族兄那里，如今退休了，无事一身轻，打算搬去乡下养老。顾大哥，你还记得曾经写信托我照顾的那小孩吗？没两月你来信说不用管了，后来我们多年没联系，我也渐渐忘记了这件事。这次去乡下听闻他家长辈过世了，那是你家远房亲戚吧？这事你知晓吗？顾老缓缓从记忆中勾出忘却30-40年的事情，脸上有一丝厌恶。不算是亲戚，只不过是以前家里面的丫鬟，家里老伴念旧情，所以才暗中让你关照一下，结果那家人贪得无厌，我就断了这心了。这与乔继祖听到的不一样，乔继续更加生疑了。顾大哥，我听说当初嫂子就是在乡下这丫鬟家生下孩子的，我这有一桩就是事情要告诉你，你可别慌，我瞧着那孩子长相有两三分像年轻时候你的样子，会不会当初抱错了孩子？不可能，韦德像足了我，绝对不可能抱错的。会不会当初嫂子生下的是双胞胎，毕竟那孩子国字脸长的几分似你，反倒和他爹娘一点都不相似？那更不可能，你嫂子当初只怀了一个，当时除了大夫还有西洋医生都确认怀的是一个男丁，不可能是双胞胎的，人有相似。前几天我还遇见一个国字脸长得和我相似的人，总不能长得几分相似就是我的孩子吧？继祖，你是想多了。顾大哥，也不是我想，主要是那家人承认了当初抱错孩子这事，都闹去了派出所，而嫂子生的孩子又是和他同一天，我就想着这里面可不可能存了事情。他们说是就是啊，继祖你是不晓得人心险恶，乡下人有多刁钻，为了荣华富贵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当初顾家给了他们好大一笔钱，足够他们过几辈子的了，但欲壑难填，那家人像蚂蟥一样难以甩掉，这也是后来我犹豫再三让你停止佛照他们的原因。他当初让我佛照的是孝生而非林家，太异常了。乔继祖天马行空，开始怀疑孝生是不是顾老的私生子，又或者是他堂兄弟的私生子。顾大哥，你让我佛照的是不是你的私生子？嫂子去乡下丫鬟家生产是不是你刻意安排的？你原本是想借机要收养那孩子，结果发现长得太像，只能退而求其次收养的女儿。后来你于心不忍让我佛照那孩子，再后来你怕露馅又开始避之不及。顾大哥，没想到你是这样没担当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些年那孩子过得有多苦？对方怨恨于你，连带将这一份怨恨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么些年处处刻薄虐待他，好几次孩子差点都死了。林千雪脚下一滑溜，差点没脑门磕地。得亏得我做了亲子鉴定，阿奶和爹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确凿无疑，否则就要被乔继祖带进沟里面去了，真特么能编，
就阿奶那损色样，都能安排情夫偷情还生两个娃，这估摸着是真不挑，山猪吃不了细糠。没有，我没有私生子，更不可能和乡下廉价粗鄙大字不识一个的丫鬟不清不楚。笑声不是你的孩子，那他是谁的孩子？不是私生子，你关心他干什么？祭祖，你老眼昏花糊涂了，今日不适合谈话，改日再聊。你等等，我的话还没说完。你自己也说了人有相似，回家你看看韦德脚底有没有黑痣。都说了韦德是我的亲子。顾老刚离开，乔祭祖便发现门外的林千雪。千雪回来了。乔爷爷，你们刚刚屋子里的话我都听见了，我能肯定我爹不是林乃和别人的私生子。你也晓得我佛照你爹是受人所托。乔爷爷，你初心虽然受人所托，但佛照我爹是真的，救命之恩也是真的。你刚才也说了，顾家人每两月写信反悔不让你佛照我爹，可是你依旧暗中佛照我爹，在我眼里你和之前没两样。顾家的信只是让你和我爹认识的一个契机，后续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心善。千雪丫头，乔爷爷粮领了吗？油打了吗？东西收拾好了吗？再不去车站最后一班车都赶不上了。没有。没有那就下次再说吧。对了，乔爷爷，顾维德很像顾老吗？这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阿奶说换了娃，我爹铁定是顾家独女顾真的孩子，而阿奶的孩子被顾家抱走，偏偏同年同月同日同地生的顾维德又长得像顾老，难道他才是私生子？阿奶这颗陈老太婆尖酸刻薄，顾老瞎了狗眼才能看上他，顾玉墨倒是和他长得相似，三角眼塌鼻子高颧骨厚嘴唇。乔祭祖和林千雪回到大队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了，路过林家老宅时竟然意外看见前三婶王喜梅与三叔林春生在门口拉拉扯扯，短短几日不见，三婶整个人成了黄脸婆，满脸疲惫苦相，整个人精神面貌愁苦不堪，看来赶回娘家后日子落魄不咋地。王喜梅，你别来找我，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伤风败俗的女人我嫌脏。春生，我就是来给爹他老人家上柱香，好歹我叫了他几年爹，送他最后一程。不用，爹就是被你这样的女人气中风的，我们已经离了，以后你不再是林家人，不许进林家门。春生，春生。王喜梅被一掌推开，转头看到了林千雪，顿时怨恨哭吼，将我害得这么惨，如今你满意了吧？我沦落到如今苦日子都是你林千雪害的。是我让你和野男人瞎搞，是我让你怀了野种嫁给林春生，但凡你不这么肆无忌惮，青天白日和人滚炉尾荡，没准林春生这绿帽子得戴一辈子，自己不检点全成了别人的错，疯狗也没你这么乱咬人，地狱之下有九幽。王喜梅，我劝你少惹我，不然还能更惨。王喜梅胸口不断起伏，狠狠跺了一下脚，扭头就走，愤怒不乏，恨不得将泥巴地踩成窟窿。千雪，你从省城回来了，刚刚在屋子里就听见你声音。王大娘，我刚刚看见三婶了，她干了那样的事情还有脸往林家来。王喜梅还指望着和春生和好重新过日子，她带着两拖油瓶被赶回家，三张嘴吃白饭，嫂子弟媳能容得下她才怪。再一个，就她干的那偷人破事都传开了，老王家门风败坏，脸都丢尽了，都说姑侄姑侄姑姑放荡，谁晓得侄女会不会一个样，他那几个侄女都被他害惨了，将来上好的亲事都不敢上他家的门，嫂子弟媳更是恨不得生吃嚼了他。这时朱媒婆不知什么时候凑过来，这样八卦他最是喜欢。这王喜梅家嫌他丢人现眼，准备将他嫁人敲一笔彩礼钱，都已经托了他们大队的媒婆了，好些个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都想要这块肥肉，虽然偷人但打一顿收拾得服服帖帖，看紧一点就好了，主要能生就成，哪怕不能生不还有双胞胎吗？现成的儿子，这买卖不亏本。那些个老光棍年纪大，家里日子苦，哪比得了春生？王喜梅这才急巴巴地赶过来和好。说完朱媒婆又开始嘲笑，可惜他如意算盘落空了，他让春生当了八年龟孙，还到处偷人，脏得不行，是个男人都受不了。春生县城工作又没儿女连累，随随便便就能娶个黄花闺女，就他那破鞋能和好才怪。朱大娘，你不愧是媒婆中的媒婆，晓得的消息真多。那是那是。朱媒婆瞅着林千雪的背影，觉得她好像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他们之间也没啥深仇大恨，当初两人发生口角还不是因为林婆子和李寡妇那破事。千雪姐，你下班回来了。狗娃给姐姐请你吃糖。这是几米之外，林睿嫉妒的眼睛都绿了。我也要吃糖，你给我糖吃。
要糖吃找你娘去，惯的你。凭什么把糖给狗娃吃，不给他吃？此刻林睿脑海里全是他娘昨晚咒人骂人的狠毒话。都是讨厌鬼害得我们吃苦受罪，娘说我们被赶出来就是他使坏，吃不饱穿不暖，天天挨舅妈打骂，全都是他害的。愤怒冲昏头脑，林睿直接将手上的石头砸向林千雪。领了工资还翻天的狗娃瞧见这一幕，直接冲上去将林睿揍得哇哇大哭，石头脱手而出，顺着林千雪的耳边呼哧而过。林鼻子，你个憨包，竟然用石头砸千雪姐，这么大块的石头砸人会死人的。蛮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这样天真歹毒的最致命，他们压根意识不到自己干坏事。林千雪走过去极力控制住愤怒，拽着兔崽子的衣服将人拎起来，反手就是一巴掌。用石头砸我，长本事了，信不信我直接砸得你脑袋开花。林千雪像死狗一样拖着林睿向前走，捡起地上那块石头对着林睿脑袋上砸去。不是喜欢用石头砸人吗？我今天就让你试一试。不要。现在知道怕了，你砸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怕，怎么知道不会死人？林睿哆哆嗦嗦抖成鹌鹑，哭得直打嗝。今天要是不收拾你，我就不姓林，子不教父之过，你的错你妈担。千雪，你好端端的打瑞瑞干什么？就算瑞瑞做错了事情，好歹还是孩子，你这把人打个打坏了，瑞瑞痛不痛？瘸子滚一边去，别碍老子的路。林千雪直接一脚踹过去，林白燕摔在地上，痛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现在没工夫和你扯，奶凉快哪待着去，你要是再不识相，回头剥了你的狐狸皮，妈拉个锤子，什么事情都掺和一脚，活该你断腿。王喜梅，你给我滚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生撕了你的儿子。听见儿子痛哭声，王喜梅惊慌失措跑出来。瑞瑞，瑞瑞，你对瑞瑞做了什么？很快你就知道了。林千雪扔下林睿，一拳照着王喜梅的脸砸了过去。不是问我对小杂种做了什么，现在知道了吗？知道了吗？知道了吗？你的好儿子拿着石头砸我脑袋，今日要不是狗娃机灵将他扑倒，石头偏了一点点从我耳朵边砸过去，我这条命差点就栽在这小杂种手上，你说该不该打？你教的好儿子差点成了杀人犯，小小年纪歹毒成性，我不能打死他，只能打个半死，子债母偿，剩下一半打你身上，你说你该不该打？你教的都是什么畜生玩意，人之初性本善，偏偏他这么小就这么坏，果然是种不好，你偷人偷了个坏胚子还要祸害他人，凭什么我要为你的错买单？不要脸的破鞋。动静闹得这么大，这时村子里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辈出面阻止。千雪，好了好了，再打下去人打坏了，里面办丧事，你在外面大吵大闹的像个什么话，就没见过这样的女娃子。给你三分颜色，倒开启染房来了。朱大娘，干什么？你是媒婆晓得的多，王喜梅娘家住在哪托，你给领个路，我教人打成这样总得去她家说个明白，免得不明就里的人说我不讲道理坏我名声。他家就住在王家大队，过了桥头沿岸一直走到数第三家，门口有十块砌成的踏步子就是他家。大冬天的真是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伙跟我去一趟王家大队，回头完事了我煮一大锅热乎的面片汤给大家暖暖胃。看完热闹原打算回家睡大觉的，一听说有面片汤喝，众人顿时来了精神。这时狗娃捧着石头哒哒哒立即跑到千雪姐身边，经过林白燕身边时都不带停顿的。林白燕拄着坐在地上，眼睛突然扫向那块石头，捂着窒息的心脏，那种感觉又来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若失。王家的，我告诉你，上个谋杀我的人还在监狱里待着，今日我是手下留情，这才没将人往死里整，不然你还以为你们能安生的站在这里？我林家虽然三口人没你王家多，可我不是好欺负的。林千雪狐假虎威，指着身后一大票人。我们林家大队的人团结一心，你欺负我一个就是欺负我们林家大队，你好好掂量着点。王家人憋屈啊，他们家四个儿子还有好几个孙子，可对面乌泱泱一大票人，人多势众，气势汹汹，哪里敌得过，屁都不敢放一个。他们生是你王家人，死是你王家鬼，好好管管，别再放出来祸害人，但凡以后得罪我，我就找你王家人头上，闹得你家鸡犬不宁。林千雪一离开，王母就捂着心脏直抽抽。赶紧把这祸害嫁出去，随便找个人嫁出去，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被人指着鼻子破口大骂过。听说林千雪出事了，刘母匆匆赶来，半路上撞到回来的儿媳妇。没被欺负吧？没。
你这孩子也太……下次有事情等宗正回来给你撑腰，他是你男人，这是他该做的，你别傻乎乎的啥事都一个人扛，那还嫁人干什么？男人就该护着老婆孩子。婆婆你说的对，主要是太生气了没控制住。婆婆，大家伙跟着我累了一趟，我打算煮一锅面片汤给他们吃，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可得帮把手。这有啥子事情的？千雪姐，这石头你还要不？不要我走的时候帮你拿去扔了。恭喜苏祖捡到狗头鸡。林千雪彻底傻眼了，这是个大宝贝啊。发财了发财了，一夜暴富，狗头金，这破石头竟然是狗头金，我竟然捡到一块狗头金。只要找到狗头金，顺藤摸瓜，逆流而上便能找到金矿，金矿周围未必会有狗头金，但狗头金周边必有金矿，一整座金矿。林千雪激动的手指依旧有些颤抖。第二天一上班，办公室的同事就告诉了林千雪一件大事。你们过来瞧瞧，我是头一次见入赘的童养婿断绝关系的。我们家还有上赶着入赘气死长辈的，有什么好好奇的？说完，林千雪好奇地走过去，瞥了一眼报纸。本人顾静州与亡妻顾真已于多年前脱离夫妻关系，此后顾真与顾家一切都与本人无关。林千雪一目十行，大意介绍顾静州年幼时被顾家迫害，顾家逼良为娼，强迫其为童养婿，且处处剥削他，精神打压他，让他成为顾家卖命的工具。多年前他们搬离省城定居他乡，随后顾真病故，他们和顾真顾家早已几十年不曾联系，如今响应国家号召，和资本主义剥削贫苦百姓的地主划清界限。老赘婿翻脸不认人，人老了连皮都不要，令人不齿。若是没有顾家，他一个无父无母的放牛娃能识文断字长大成才，顾家于他有养育教导之恩。诚然顾家是大地主，可他既享受了地主带来的好处，顾家的罪名他也逃脱不了关系，就该和顾家一起被惩罚。如今老赘婿这副嘴脸真是令人不齿。听说当年顾真执意悔婚，还是顾静州上赶着入赘的，毫无男儿骨气，如今更是小人行径。断绝了关系好啊，我爹很有可能是顾真的孩子，如今有了这一份断绝关系的登报证明，即便老赘婿是我爹生父，往后也和他爹没有关系了。林千雪可是知道，用不了两年政策会变，国家会平反归还财产，老赘婿已经和顾家撇清关系，他爹便是唯一的受益人，便是老赘婿也不能指手画脚。狗娃，你说林白燕找你打听林瑞砸人的那块石头？他还用糖骗我，我没上当。那块狗头金是石包金，外表普通，完全看不出。林白燕为何如此执着？难道他知晓这是狗头金？林千雪想起林白燕之前种种行为，从小到大盯着他不断抢夺，一个震惊猜想炸开在林千雪脑海里，莫非林白燕也重生了？不对，前世这一带并没有任何金矿的风声传出，这狗头金的出现应该没被国家知晓。狗头金是林瑞找到的，按照前世发展，林白燕抢夺成性，狗头金最后十有八九落到他手上。假设他私藏石头，发现狗头金昧了下来，如此巨大财富林白燕定不会放过，暗中搜寻金矿，又或者与人合作。此刻林千雪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便是沈家，前世林白燕一直和沈家黏黏糊糊，更是和沈明成暧昧不明，偏偏沈淼淼对他的存在容忍了下来。前世沈家在大峡谷建造度假庄园，最后项目没成，沈家严重亏损，沈明成却欣喜若狂地来到别墅，语无伦次地说了很多话。林千雪记忆从过去抽离，视线看向东北方向，大峡谷便在河流上游百里方向。若我的猜测是真的，或许金矿就在那儿。林千雪怀疑林白燕重生的，便打算去试一试他。接着林千雪在诸天交易所购买了一块相似的普通石头，然后毫无顾忌冲进林家。林白燕，你给我滚出来，你真是死性不改，老想抢我东西，欺负狗娃不懂事，就用水果糖哄骗他偷拿林瑞砸我的石头。小时候你抢我钱袋，抢我枕头，抢我衣服，三天两头抢我东西，你这是什么大病啊？八角蜘蛛还是连排蜈蚣，手这么贱，非得抢人东西，一块石头都要抢，别人的东西就要香一点，往后路边狗屎我看上一眼，你是不是也要抢回家往嘴巴里塞？我告诉你林白燕，今后我的任何东西你都休想染指，哪怕是我不要的石头，我砸了它也不给你。林千雪狠狠一用力，石头砸向地下，瞬间四分五裂。与此同时，林千雪暗中观察着林白燕，不错过她任何一个表情。眼见石头被砸碎，林白燕没有一丝可惜，石头被砸碎后并没有被骗的愤怒和疑惑。若林白燕重生，看我砸掉狗头金，必定极力阻止且痛心疾首。石头碎裂，意识到发现被骗，应该怒不可止，情绪不应该这么平淡。林白燕应该不是重生的，林白燕没有重生也不知晓他是狗头金，为何对石头好奇？
林千雪突然想到以前林白燕莫名其妙地向自己索要东西，频频借财运，福气绝非偶然。那个借他和阿奶的手削我运势爱我命数的人一直没找到，林白燕的异常会不会和他有关？饭要一口一口吃，仇人一个一个宰。林千雪看林白燕不顺眼，走的时候故意踢人让一下，怕重心不稳的林白燕扑倒在地，牙齿磕到地，钻心的痛。放亮你的狗招子，下次再惹到我，让你拐杖都用不上。这时林千雪瞥了一眼坐在墙角跟晒太阳的林奶，头发稀疏，精神恍惚，自从林老头走后，打击过了头，整个人失去了精神气，面目呆滞，反应迟钝。给老子做红衣裳和符水，害得老子这些年体弱多病，幕后之人还没找到，他想疯傻都不行。林千雪对着林奶的老树皮脸左瞧右瞧，突然冲着门外的王婆子喊了一声：王大娘，我有点记不清了，被抱走的二姑是不是比我爹大两岁？是不是长得还像他？突然林婆子的眼珠子转动了一下。对对对，二妮像林婆子，千雪你是不是找到二妮了？林婆子猛然抬头盯着林千雪，焦急了起来。我上次去省城遇到一个中年妇女，高颧骨，三角眼，她鼻子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说巧不巧，对方42岁还姓顾，家里还有个小两岁的弟弟，叫顾顾顾什么？顾什么？他叫顾什么？我凭什么告诉你？我就不说，你害了我爹一辈子，我遇见了你一双儿女，我就不告诉你他们在哪，我要让你们明明咫尺天涯，却终生不得相见。林千雪事情说一半甩袖子走了。你给我说清楚他在哪，他们在哪儿？想了40年，念了40年，盼了40年，终于有了线索。林婆子追了上去，噩耗打击腿脚不太灵活，林婆子摔在地上，却疯疯癫癫一般嘴里不停地询问。林千雪给他一个希望，却不怀好意。第二天一大早，林千雪和乔继祖便来到了省城，乔继祖继续完成上次未完成的霸业，林里领油，而林千雪伪装成假小子找去了顾家。顾家独门独户，林千雪听声辨认，发现顾家有三个人，提前在门口上抹了油，然后从交易所仓库里拿出一大把炮仗，点燃之后就往顾家墙里头扔。谁往我家扔炮仗，耳朵都要炸聋了，院子里全是硝烟味。顾维德黑着脸走了出来，出门时脚下一滑，呲溜往前窜，重心不稳，四仰八叉倒在地上。林千雪打远处走过来，一瞧有人摔倒在地，立即学雷锋做好事将人扶起来。同志，你咋了？有没有摔倒哪？我扶你起来。扶到一半，林千雪力竭，很干脆的手一松，顾维德又跌倒在地，二次伤害，痛得倒抽冷气，脑袋还磕到了地上。同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同志，你能自己站起来不？你太重了，我扶不起。要是能站起来，需要你扶。同志，你再坚持坚持，我去你家喊人。不好了，不好了，你们家人在门口摔倒了。韦德怎么了？摔倒了，摔倒了，半天人都起不来了，估摸着摔得不轻。顾老赶紧出了院门，老北京布鞋踩上油渍，呲溜一滑往地上摔，砸顾维德身上时，顾维德再次伤上加伤。这时终于有人路过，热心肠的来帮忙，顾家父子痛得嗷嗷叫。哎哎哎，不能硬把人拽起来，他应该是摔到骨头了，你这会把人骨头挪错位的，倒是进了医院还得把骨头震过来再遭一遍罪。我舅舅是医生，我比你懂。啥都不懂的林千雪分析的头头是道。那怎么办？我舅舅是医生，他就在这附近，我怎么把他给忘记了？你们等等，我去把舅舅喊过来，很快的。林千雪跑得飞快，边跑边喊舅舅。拐过一条街的林千雪停了下来，突然想到他好像没舅舅。哦，那没得救了，有些可惜顾玉墨不在家，不过他就是个偏头，不重要。头发到手后，接着林千雪购买了3次亲子鉴定的服务，顾老与顾维德，顾老与他爹，林奶与顾维德。林千雪来到乔继祖家后，发现江老也在便聊了起来。江首长，送我去省城汽车站就成。汽车站？你们是要回县城？我正好顺路也是去县城。江老也去县城，是走亲戚。是去观澜打楼，上次丫头给我指错了路。我也时常左右分不清，这人一紧张就容易犯傻，常有的事。倒是歪打正着，救了我一命，可见这是缘分啊。我可得要在县城待好长一段时间，口粮都备好了，这丫头出500喜酒，天天说不到元宵不放我回省城，滑头的很。出500喜酒，我倒也想沾沾喜气。丫头，你请我这个老头子去你家喝一杯不？江首长能来喝喜酒，再欢迎不过了。林千雪坐小汽车回大队，不亚于走了一遍红毯，大队人狠狠震惊了一把。凭舍了没有？浅雪丫头给人治了个路，对方直接开小汽车送她回来。你说说，我怎么没遇上这样的好事？听说了没有？
千雪丫头学雷锋干好事，对方是个首长，送她回家还要来喝喜酒。听说了没有？千雪丫头去省城，有个首长开车送她回大队喝喜酒，听说还要认她当干孙女。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巴掌大的小鱼传成了十斤重的大肥鱼。千雪丫头招人稀罕，省城首长已经认她当干孙女。拄拐杖的林白燕心里极度的自闭分离，指甲抠在墙壁上都劈叉了。为什么？明明以前我的日子过得比林千雪好100倍，如今颠倒乾坤，林千雪日子蒸蒸向上，不费吹灰之力便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幸福美满的婚姻，还成了首长干孙女，而她却为了生活如意一点点，却要委曲求全应付陈国良。林家容不下两个凤凰，这句话再一次回荡在林白燕脑海之中。林千雪越成功我就越落魄，你一定是抢了属于我的好运气。林雪丫头，你可得小心这点白燕，最近她古里古怪的，整天阴森森瘆人的慌，不知道的还以为青天白日见到鬼了，只怕憋着一股气使坏。王大娘，你这么一说，我倒发现件事，送她回大队的同学好像好几天没在大队出现了，会不会是人家不要她了，所以她被打击了才会一直阴沉着脸。天哪天哪，你说她会不会瞄上其他人？之前村子里不是传她和村长家林英雄还有和对岸沈知青不清不楚，如今沈知青和对岸黄大队长的女儿处对象，隔得远管得严还好一点，林英雄可住在大队里，之前不还说梅子年前结婚，眼看着快过年了也没个动静，我真替朱媒婆捏一把汗。林白燕狐狸精的名声太响亮了，村头村尾传了个遍不说的，隔壁几个大队都晓得林家出了这么一个勾搭男人的狐狸精。千雪，我先走了，我去朱媒婆家串串门。王大娘也替朱媒婆担忧，并提醒了她一句，朱媒婆顿时炸了，于是跑到林家找张兰花嘀嘀咕咕一通，把张兰花说得心动了。兰花，你别犹豫了，你们家白燕的名声已经坏透了，如今有人娶你，趁早将她嫁了，要一笔彩礼钱，回头白燕和人跑了，你啥都捞不到。之前你公爹去世，去县城找了白燕几次都找不到人，都这了你还瞧不清楚，往后你和今生有个什么事，完全指望不上白燕，等她回来黄花菜都凉了，还不如将她嫁人，狠狠要一笔彩礼钱，留着养老防身，强子迷了心障，一门心思入赘，你们两口再不替自己打算一下，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哦？你晓得你前弟妹王喜梅不？昨天被他娘嫁了人家，他30多岁了还嫁过人，你猜彩礼多少钱？足足有200块。200块？怎么这么高？他们这儿彩礼是出了名的高，寻常人家再高，除了置办的东西，也就100块钱打到头顶了。张兰花抠抠搜搜攒了10多年私房钱，也才200多，却被一把大火烧没了。彩礼高自然有他高的原因，你们家白燕是黄花大闺女，又读过书，彩礼肯定比王喜梅高，指不定300块500块的。张兰花彻底心动了，拉着朱媒婆好生打听。另一边，林千雪拿着新出炉的鉴定报告，分外不解，头一桩便是他爹和顾老鉴定结果不符合父子关系，另一桩便是顾维德和顾老鉴定结果是父子关系，和林乃却不是母子关系。若林婆子没撒谎，出生时我爹也就是顾真亲子和林婆子的儿子换了，顾真被欺骗带走了林乃的儿子和女儿，期间顾真病逝，在顾家长大的人成了顾维德和顾玉墨，顾玉墨应该是林乃的女儿，林乃的儿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老赘婿私生子，其中受益最大的人不言而喻就是老赘婿。有些赘婿自卑且自傲，他受顾家恩惠却又觉得顾家瞧不起他，侮辱了他的自尊，因此换孩子的动机非常大。难怪乔爷爷询问时，老赘婿丝毫不怀疑顾维德的身份，因为不管顾真的抱回的孩子是否顾真亲子，都是毫不犹豫舍弃的存在，他压根就不在乎这个孩子。从老赘婿换私生子上位的态度，应该99%知道顾真的孩子非他顾靖州亲子。可令林千雪困惑的是，当年顾老写信给乔继祖，让他佛照年幼的林孝生，两个月后又写信反悔，几年不闻不问，顾老又为什么突然关注林孝生？老赘婿究竟知不知道顾真亲子生父是谁？他隐瞒了什么？还是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王大娘，大早上的就这么勤快啊？这不是村里人做喜事，托我做一板豆腐也不白做，剩下的豆渣归我，然后再给几块豆腐当辛苦费。林千雪原本夸赞两句就去上班，眼瞧着前面林乃佝偻的身影，话刚出口立即变了。哎，王大娘，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世界不公平，你说说有的人为什么早上睁开眼就要忙碌个不停，有的人却什么都不用干就能够享福。可能都是命呗，谁叫他没投个好胎，生来就是劳碌命。更过分的是有的人自己命苦竟然去偷别人的命，偏偏还让他得逞了，老天爷真是不开眼啊。王大娘，
我想想就来气。你是不晓得，上次我去省城见到那个姓顾，可能是我二姑的女人，穿戴的体面，还去花园饭店吃饭。你晓得花园饭店是哪不？省城最大的国营饭店，这么大，在这么大的饭店吃上一顿，少说要十来块，天天大鱼大肉，那日子是过得有多好啊，简直掉进富贵窝腹的流油，指缝里露出一点点，都够我们嚼用十天半个月了。一想到他可能是我二姑，而这一切美好生活原本该是我父亲的，我的心口就在烧，难受啊，憋屈啊。他家就住在东湖区北苑路汇丰路39号，青砖黑瓦老大的房子，可享受了，一个西北货斑鸠贼怎么配过这样的好日子。林千雪声情并茂地抒发完愤怒，冷静了下来。王大娘，都怪我一说话就忘记时间，竟然耽误你干活。今儿的事情你别和其他人说，虽然那人十有八九是我二姑，但这没证据，我还没告诉我爹呢。偷听的林奶脑海死死地记住花园饭店和东湖区北苑路汇丰路39号这个地址，执念了几十年，他想要去找一双儿女的心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对方日子过得极好，更是戳中了一贫如洗的林奶的心。林奶仿佛注入了一道强心剂，跑去林老头的坟头哭了一场。旺财啊，咱们林家没有绝后，强子这个不孝顺的气死你，往后你在地底下别保佑他，咱们林家还有其他孙子，要是你早一点晓得这好消息，就不会这么快就走了。旺财，我明天就去省城看我们的孙子，你放心，你生前没见着他们，死后我会让他们来给你上香的，你在地下一定要保佑我顺顺利利的找到他们。没两天，林千雪晓得林奶去省城，顿时笑出了声。可得要好好折腾一番，最好闹得顾家天翻地覆，才不枉费我这番算计。想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工作上的事情。柳大哥，你喜欢喝酒吗？我前两次随乔爷爷去省城遇上卖药酒的，他们说这药酒是祖传秘方，能强身健体。柳大哥，你当兵这么多年，训练强度大，膝盖容易损伤，风里来雨里去的又这么辛苦，身体肯定还留下暗疾。以后我每天送药酒过来，以后你每天喝一口。柳宗镇挺鼻薄唇，眼底一片深邃，晦暗不明，然后笑了起来，眼睛带了钩子一样，询问道：一口就够了吗？做人不要太贪心，这可是滋阴补肾壮阳的顶级药酒。柳大哥，这个药酒是用上好药材泡的酒，一次不能喝多，免得上火流鼻血，隔三差五小酌一杯，日积月累调理着身体。你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能急于求成。你说的很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林千雪总觉得他话里有话。柳大哥，我也不是不让你喝酒，只是这药酒和白酒终归不一样，严格来说这个算是药，进补过多伤身体，以后你喝白酒我肯定不管你，只要你自己把握住这个度，别喝坏身体就行。我平常并不是一个唠唠叨叨的人。没事，你管着我是为了我好，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多唠叨两句家里更有烟火气，以前你在娘家怎样，嫁我之后就怎样，这也是你的家，没必要太拘束。我们只是搭伙过日子，你这样说真的好吗？千雪，我先走了，明天还要来给你下年礼。柳大哥，慢走。马上要过年了，两人打了结婚证，柳母要往儿媳妇家送年礼，原本因心里有愧，柳母计划年礼加厚三成的，如今直接翻三倍了。这个儿媳妇她宠着，十斤打糕，六斤猪肉，100个油炸果，还有鸡蛋、腊肠、点心、果子、香烟、白酒等等，挑来了满满两箩筐。会不会搞错了？这聘礼怎么这么贵重？没搞错，岳父，今年是第一次送年礼，我也不知道张罗什么，就什么都准备了一点。你把养育多年的亲闺女嫁给我，这点年礼一点都不多，孝敬你们是我这个女婿应该做的。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满意，老丈人也一样。这个女婿孝生你们挑的好。柳大哥，挑这么重的东西累了吧，我给你倒一杯开水。对对对，亲家母，快去屋里坐，快去屋里坐。而林奶这边来到省城，费了好大功夫找到亲女儿。林奶去了趟省城，费了好大功夫找到亲女儿。凭借着三角眼、他鼻子、高颧骨相似的长相，被顾家忽视长大的顾玉墨轻易的相信了，还孝敬林奶好大一笔钱。哈哈哈，二妮说了，下次找个机会让儿子和我相认，我们林家要发达喽。如今林奶手头宽松，日子又有盼头，心情好得不得了，路上瞧见野狗都不主动去踹他了。一回到家，林奶得知柳宗镇给林千雪送了三四倍的年礼，林奶棺材脸阴了下来，站在猪圈上就开骂：老娘就是听不得林孝生家任何喜事，哪怕母鸡生个双黄蛋都不行，死丫头不是沾省油的灯，娶了这么个母老虎，迟早有柳家后悔的时候，有一点钱就显摆，我儿子闺女比他们更厉害，到时候一定要让儿子替我出这口恶气。没能和儿子见上一面，林奶有些失落，
不过二妮给了10块钱，这令林乃心情又高兴了起来。哈哈哈，今天老娘终于能吃肉了。躲在墙头的林千雪看着林乃稀疏的头发一阵冷笑，姑且让你得意几天，趁着现在能吃吃能喝喝。转眼之间就到了林千雪和柳宗镇结婚的大喜之日。怎么才来？是我的错，来晚了，我这就接你回家。出了娘家到达婆家，林千雪几乎脚不沾地。喜酒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啊？估计还要半个小时，你待在房间里，一会儿我给你提热水进来。你少喝点酒。很快酒席结束，柳宗镇回房时，刚毅的脸泛着红色，身上一股子酒气，明显喝高了。千雪，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就拉灯睡觉了。没事。是不是换了个地方突然睡不着？嗯，以后就会慢慢习惯了，安心睡吧，我们家没有吃人的狼。初七，林千雪上班特意拐去老先生家一趟，说来他和柳宗镇能契约结婚，老先生还是没人，只是这人喜静之前邀请他去喝喜酒拒绝了，林千雪便亲自来送喜糖。你这个婚结的道号八字中火气旺，果然镇住了，将那一圈霉运焚烧殆尽。老先生，我也这样觉得，最近我睡觉都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睡觉轻很容易被惊醒，如今身边睡了个人心底踏实，睡眠质量非常好，柳宗镇真是大宝贝，比安眠药还管用。来到场子后，林千雪便发起了喜糖。江同志，看你气色越来越不好，是不是过年家里来太多亲戚了？你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最近家里面真是倒霉透顶了，上次不是和你说我爱人家小姑子带着女儿回娘家，外甥女下进医院里一直昏迷不醒吗？结果打年前就开始，外甥女突然是好是坏，反反复复折腾死人，连个新年都没过好。你是不知道，有次我去医院陪床，突然外甥女黑漆漆的眼睛阴森森的盯着我，差点没把我的魂给吓掉。她之前不是一直昏迷着吗？怎么又醒了？谁知道呢，醒了比之前更折腾人，整个人阴气森森的，还不如昏迷着省事，这可怎么好？要是长期看着这么一个人，心惊肉跳的都得吓死，长期下去神经都得出问题。江同志，我都替你担心，你说你正打算要个孩子，咋摊上这么个不省心的外甥女？她是不是生来就是克你儿女的呀？你那几个妯娌是怎么想的？他们将儿子送回娘家，显然多多少少有些避讳，都是陈家正尖孙总住各自娘家也不是个事。家里几个妯娌怀疑外甥女丢了魂鬼上身了，私底下想找个神婆来看看，其中一个想找黄大仙，听说可准可灵了。江同志，你心里有个成算就好，外甥女再亲亲不过陈家二孙，哪有为了外人自己都不敢回家住的，走的也该外人才对。与此同时，林乃特意穿上最体面的衣服去省城，只是汽车太挤了，都把他的头发给挤乱了，裤子还差点扒了下来。林乃吐了吐口水在手上，抹了抹头发，体体面面美滋滋的去找二妮。远处而来的顾维德无意中瞥见这一幕，厌恶的闭上了眼睛。怎么会有如此不讲究之人，比泔水桶上肮脏的苍蝇还令人作呕。二弟，今日特地请你过来是打算让你见个人，这个人在家里不方便见。不方便。二妮，二妮。顾维德看着黑乎乎干巴巴的向他们这桌走来的老太婆，隔音的仿佛脏东西一样。福生，你是福生对不对？林乃热泪盈眶看着眼前中年男人，伸手就要拉。住手。一想到那手抹过口水，顾维德恶心的隔夜饭都差点呕出来了，恨不得立即换掉。大姐，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二弟，以前家中做客的长辈时不时说我长得不似顾家人，我总是困惑不解，直到前几天我发现一个真相，我竟然真的不是顾家人，我只是母亲抱回顾家的养女。这不可能。我偷偷翻看了父亲的结婚证书，我出生那年他们还未曾结婚，你还不明白吗？二弟，难道你不觉得我和他长得有些像吗？顾维德仔细看了看大姐，又看了看老太婆，对方热切的眼神让他膈应，但不得不说长得有些像。但这也不能说明你们就有关系，大姐你糊涂了，四十好几的人类也不动动脑子。二弟，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不仅我不是顾家的孩子，你也不是。荒唐。维德，你先冷静听我们把话说完。当年你娘，不是你养大你的娘在我家生孩子，我的孩子和她的孩子是同一天出生的，大小也差不多，我家日子苦，饭都吃不饱，养不养的活都是两回事，实在是不想孩子跟着我们遭罪，就偷偷把孩子给换，没多久你养娘就把你抱回家了，临走时还收养了2岁大的二妮。林乃看着眼前儒雅的儿子，
大少爷一样显然日子过得极好。林乃非常满意当年的决定，瞧瞧他这一双儿女多有出息啊。我的儿，这么些年我日日夜夜都盼着和你再见一面，老天开眼，终于让我找到了你。我的儿啊，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这不可能。这都是真的，二妮被收养的事情我们大队都晓得，当时顾家接你们回去还开了一辆大汽车，抱你回去的女人是顾半城顾家，和沈家是姻亲的顾家，你养母就叫顾真。我与我父亲长相相似，不可能是你的孩子。林乃心里一咯噔，左瞧瞧右找找，企图在对方脸上找出和林老头相似处，结果半天都找不出来。不可能，我当初明明换的，是我亲手换的，不可能有假，你就是我家福生。林乃看向顾维德的脸，企图看出一朵花来，都没几分相似之处。瞧，我家福生的右脚掌底下有黑痣，足足有五颗。一瞬间，顾维德面色漆黑如墨，他的右脚掌的确有黑痣，不多不少，恰好五颗，黑痣比米粒还小，如果不细看压根就发现不了。林乃一瞧他这反应就晓得对手，失而复得，激动无比。你是我家福生对不对？你就是我家福生。顾维德视眼前之人为苍蝇狗辈，而他是苍蝇之子，这让他无法接受。你若是再信口雌黄，我便送你去派出所。二弟，你是不是要向父亲询问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被调包的这件事情是真的，父亲会如何做？顾维德仿佛被施展了定身咒一样，脸上的肌肉动了动，他的地位会被威胁。不管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都不能让父亲知道，因为你赌不起。这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调查，但只能我们两查。父亲知道我是养女，并不重视我，这些年我在顾家如隐形人一样，你也是看在眼里。可你不一样，二弟，你自幼的父亲器重，父亲百年之后你就是顾家的当家人，如果父亲知晓你不是顾家血脉，顾家的一切便可能和你再无关系。顾真是顾半城顾家独女，顾真死后他手上庞大的遗产都在顾老手上，若顾维德不是顾家血脉，他将失去这一切，而顾维德心里很乱，他和父亲长得相似，绝不可能不是顾家子。让我冷静一下。死丫头已经晓得你们了，他惊得很，再耽搁下去他们就要找上门了，到时候你不是顾家孩子的事情就要被戳破了。死丫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林乃不得不硬着头皮将事情说出来，这次没敢隐瞒，连被抓派出所关了几天的事情都说了出来。这事情你怎么不早说？这么多年连个人都拿捏不住，真没用。你也没问啊。如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一旦林孝生找上顾家，我们就被动了，此事无论真假，绝不能让林孝生和父亲见面，更不能出现在省城，必要时候可以。哥，我家孩子发烧了，能托你送我去一趟医院吗？乔叔，你在这里等我，我先送他们去医院。孩子发烧很容易脑膜炎，人命关天的紧要时刻，林父没敢耽误。你也不问问哪个大队的就下扎鸡，同志，你哪个大队的，叫什么？黄石公社，我叫宋桂香。乔继祖看了一眼那小娃娃，睡得香喷喷，那抱娃娃的宋桂香同志倒是整整齐齐，哪像急匆匆送娃去医院的。乔继祖人老成精，看出了猫腻。宋同志，你赶紧把娃给我，我们抱他去医院，你在后头跑，追快些，去医院会合，你放心，我们不会耽误娃看病的。恰巧这时路上来了其他人，乔继祖立即将人喊住，说有位妇女同志急需要帮助，大家都挺热心肠的，争着将人送去医院。乔叔，天都快黑了还不赶紧骑车回家，留我一个老头在这里被冷风冻死了。刚才这女的你以前见过没？上下班的时候碰见过几次。你瞧瞧大队干活的婆娘，哪个像她这样穿戴整齐的，孩子发烧人命关天还有这闲工夫，你好好动脑子想一想，下次遇到这事躲远些，缺心眼，笨死了，还不够人一盘菜的呢。千雪丫头一个月都没碰见一次，你才几天就遇到几次。反常即为妖，乔继祖觉得要和千雪丫头知会一声。说是迟那是快，这天林父下班回家，结果又摊上事了。爹，你咋还在路上耽搁哩？千雪，我骑自行车不小心将他给撞了，本来就是对方突然窜出来，我想着退一步主动赔钱了事，就是不想有牵扯，偏偏对方抱着孩子一个劲抹眼泪，可怜兮兮的，以至于我走又没法走。林千雪听完前因后果，估摸着眼前这人就是乔继祖提过的宋桂花。
宋同志，天都要黑了你，一直抹眼泪也不是一个办法，是你自己冒冒失失冲出来撞自行车的，真要撞到我爹也没多大责任，钱不要就算了，回头我拐去黄石公社通知你家人来接你回去，这儿离黄石公社有一间路，也不晓得你天天来路口干什么。林千雪直接让他爹先回家，这是他来处理。宋桂花有些急了，哭哭啼啼的抹眼泪，我不能回去，我家男人死了，我们孤儿寡母又被婆家赶了出来，如今我带着孩子挤在表姐家，可始终是个外人，每天闲言碎语，话里话外赶我走，孩子又嗷嗷待哺，我实在是不晓得怎么办。你可怜找妇联去，在我这生人面前哭哭啼啼干什么，简直是莫名其妙，不知所谓。孤儿寡母的我实在是养不活他了，他跟着我也是遭罪，有时候我想着不如一起死了算了，一了百了。日子太苦了，宋桂花常常徘徊在此处，自杀的念头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先别急着跳，我提前和你说我不会水啊，跳下去可真没人救了，你别看我爹啊，我爹也是旱鸭子。没人相劝，宋桂花卡在那里不上不下，有些尴尬，又哭哭啼啼抹起了眼泪。要不你自己跳跳就得了，你儿子还不会说话，大千世界好不容易活一次，没准他还不想死呢，你也别这么草率的结果了他的性命，没准你走后你儿子遇上更好的母亲，能够活得更好，是不是？一切皆有可能，你自己没用，人生没了希望也别抹杀了别人的希望。柳宗镇动作很快，十来分钟便带了人过来，宋桂花的远房表姐吞了狗屎一样。桂花，你这是要干啥子？要不是这一腰三千里的远房表妹前几天投奔我给了她几块钱，我才不会留人在家里住，偏偏还整出这么多事情来，日子过得好好的自杀个毛线，真是吃多了脑壳出问题了，抱孩子跳河亏她想得出。你们可要将人瞧好了，往我爹自行车上撞不够还要去跳河，哪有这样害人的，一心寻死，自行车真要撞出个好歹，还让不让别人安生过日子了，简直就是害人精，如今他能走能跳，手脚齐全完好无损啊，明天要是出了个什么毛病可别往我家自行车上赖，真是会气死了。回家。咋回来的这么晚？路上耽搁了一会儿。林千雪三言两语将宋桂花的事情说了一遍，乔继祖目光悠悠看向林父，哼了哼，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没干坏事的林父莫名心虚，这真是无妄之灾，今日之事不管有意无意，林父都起了一个心，往后在这方面都更加注意。第二日，林千雪还在睡梦中，便听见他娘的惊呼声，这是谁往我们家门口放了一个娃？急匆匆起床的林千雪看了看那娃，又看了看旁边的那封信，差不多意思是家里头出了事情，养不了这个男娃，送给你们养了，信封里还有20块钱，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带娃，将他养大成人。男娃子哎，浅雪他娘你家恰好没男丁，这不正正好，不如手养了这娃，也算是好事一桩。还有20块钱哩，这样的好事咋没让我们摊上哩？娃现在才几个月大，不计是养的熟，等养大了管你们叫爹娘，准给你们养老送终。林千雪拿着信，瞧着有些眼熟的娃，眉头却皱成苍蝇。咋啥好事都让反骨仔遇上？人群中林奶眼红病犯了，急得跳脚。都一礼拜过去了，福生和二妮咋还不收拾林孝生这不孝子？真是上下嘴皮一碰说的轻巧，这孩子来历不明，你们晓得他亲爹亲娘是谁吗？万一是杀人犯，万一是破坏分子呢？万一是人贩子拐来的呢？我们家还不得连累死？不会吧？你说不会，倒是出事了你承担责任。凭啥子？又不是我家手养的，可和我没关系。人家往我家门口放娃，显然一早就打听好了的，我家没男丁肯定待他如亲子，这摆明了是在算计我家，前两个月我家穷得苦哈哈，他不放孩子，如今我家日子好过了，他倒是舍得扔孩子了，这样嫌贫爱富的我家可不敢养。人不是说家里头出了事，没准是最近才遭难的，不还给了20块钱吗？显然扔孩子也是迫不得已。这死丫头得了便宜还卖乖，要不是二妮劝老娘最近别招惹是非，老娘非得上去踩两脚。你们劝得最起劲，这娃该不会和你们有关系吧？我就说咋一个外村人能这么了解我家情况，感情我们大队出内贼了？不行，待会儿去派出所，我可得要好好和公安同志多道说道。惹火上身劝人的大娘们终于慌了，恨不得提起脚倒立着抖三抖，证明兜里没东西，他们清清白白。没有的事，浅雪丫头你可千万别瞎怀疑，这事情和我们没有一毛钱关系。千雪这可怎么办？孩子可不能留，得赶紧还回去，偏偏还不晓得这孩子是哪家的。岳母说的对，孩子不能乱养，尤其是来历不明的，指不定养出麻烦来。岳父你说对不对？
对，不能养。养孩子又不是养小猫小狗，得养十多年，日日关心他吃饱穿暖，还得给他读书、娶媳妇、盖房子。如今我快四十了，哪还来的精力？狗娃这两天，你有没有看见陌生的女人来村子里？狗娃小腿一蹬直，整个人都来了精神。千雪姐，你等等，我现在就去给你问一问。千雪要不直接送派出所去的了？送肯定是要送的，娘，你先等我一下。林千雪越看越觉得有些眼熟，昨天皇室公社跳河女人怀里抱着的可不就是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崽，哪怕衣服换了也没打消林千雪的怀疑。林千雪直接从家里拿了小半斤咸肉来到了朱媒婆家。朱大娘，听说你家鸡养得好，生下的草鸡蛋有营养，我家这不是刚分家没养鸡，想拿肉给你换几个草鸡蛋，你看成不？天上掉馅饼，一大块肉换几个破鸡蛋，这便宜朱媒婆有些不敢占，怕崩牙。朱大娘，你是媒婆，这十里八村的就没有你不熟悉的，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皇室公社就我们三岔口附近那个大队，最近几日不是有个寡妇住她表姐家吗？就是那个三天两头想自杀的寡妇，你帮我打听打听呗，越细越好。你早说啊，林大祥她婆娘就是皇室公社那大队的，今上午准给你打听仔细了。那感情好，辛苦朱大娘走一趟了。林千雪去派出所报案的路上，狗娃已经打探消息回来了。千雪姐，千雪姐，前天有个深面孔的女人进村，问二牛你家住哪儿。林千雪直接将跳河女人的样子描述一番，让二牛对一对。对对对，就是那样的。来到派出所，不知柳宗镇怎么的把大队长给喊来了。你报案是你个人的小事，大队长报案那就是集体的大事，同件事情不同角度拆分，执行力度不一样。林千雪学到了一招，立马就学上了。是，我要报案，有人拐卖小孩。派出所一听拐卖小孩，答案了，立即询问。林千雪将早上发现娃的过程详细的说了一遍，随后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男娃呀，谁家舍得将男娃送人，尤其是这白白胖胖细皮嫩肉的，一看就养得很好，这娃指不定是哪来的，衣服背里还塞了20块钱和纸条，这又是养不起又是给钱的，左右矛盾不是吗？公安同志，你瞧瞧纸条这上面的字，一看就是刻意扮丑，肯定是怕留下证据，我估摸着这娃是谁偷来的，如今转手销赃不出去，直接扔我家门口先寄养着，还是先踩过点，晓得我家没男丁肯定会养他，你说说万一谁家丢了娃不得哭死过去，我们早饭都来不及吃就立即来报案了，我更怕这娃在我们家待两天，到时候丢娃的人家一找来就有理说不清了。一件荒唐的事情愣是让林千雪说的煞有其事，公安同志接过小奶娃多番询问后做好笔录表示会好好调查，离开前林千雪欲言又止，成功引起公安同志的注意。林同志，你是否又想起其他线索？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毕竟平白无故的怀疑人挺不好的。在公安同志的鼓励下，林千雪大胆开口。我只是怀疑啊，并不是冤枉人，我们大队的小孩这两天看见过生人在我家踩点，那模样像是我昨天遇到的一个寡妇，恰好她也抱着个娃，差不多大小。宋桂花。对，昨天我就觉得这人奇怪，冻春寒的三天两头抱孩子去三岔口，还一口一个活不下去，就他那满脸红光的面相，怎么看都不像吃苦遭罪折磨的要自杀的，指不定是和谁暗中接头，他被怀疑随意扯的借口，电影里不还演过有些坏分子为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借用孩子伪装躲避追查，公安同志你可得好好查查，说不准是个特务，但凡涉及必须清查。公安同志立刻高度重视了起来，林千雪又被邀请聊了一个小时，将事情从头到尾毕子梳理了一遍，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我们乡下大队有什么值得他们眼巴巴盯着，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难道他们还晓得些我们这些本地人都不晓得，怪事嘞。没一会宋桂花就被带来了派出所严加审讯，宋桂花被吓坏了，哆哆嗦嗦交代，我男人死了，日子委实过不下去了，所以才将娃扔他家门口的，他们家没男丁肯定会善待我家娃的，我晓得这不厚道，但这实在是没法子的事情。公安同志再问其他，哪怕黑着脸审问威胁，宋桂花一概不认，只是不断的哭诉孤儿寡母凄惨，偏偏他们将宋桂花查得底朝天，是个新寡，婆家日子却挺好过的，日子并不像其说的那般不堪。这人不对劲，尤其是在派出所做派，寻常人被严格审讯两天早就崩溃了，宋桂花只有不断哭哭啼啼，自以为表现得很寻常，其实就是最大的异常，一看就是老油条滑漏得很，掩饰肯定是在掩饰。口头教育一下将人放了，解释一下我们被人误导抓错了人，能补偿尽量补偿，他日子过得不容易，联系一下街道办的妇联给他点帮助，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局长，宋桂花一看就有问题，她还没洗清嫌疑，这样贸然将人放了会不会？她的嘴很硬，两天了你们审问出东西来了吗？放长线钓大鱼，先让她放松警惕。宋桂花心虚惊吓过度，并不像表面那般轻松，出了派出所又满血复活了，贪婪之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干成这一票，三年吃喝不愁，不过眼下这情况得加钱。宋桂花立刻坐汽车临时返回省城，找上了贵人。实际情况和你描述的老实巴交乡下汉子不一样，他女婿是副厂长你没说，女儿也鸡贼，一家子滑不溜秋，难搞得很，必须加钱。好。突然宋桂花想到了，想到妇联的帮助。接着宋桂花抱着孩子一路哭哭啼啼去了妇联。俺被婆家赶了出来，表姐家冷血也容不下俺，俺们孤儿寡母没有容身之地，希望妇联能伸把手，别让俺们孤儿寡母露宿街头，活活冻死饿死。城里资源紧缺，前几年每个家庭都只能留一个孩子在身边，其他的都得下乡支援建设，你肯定家塞不进去，只能安排去公社下面的大队。同志，我能吃苦，我如今想通了，只要能将娃养大，什么苦我都能吃。第二天，林千雪和林父县城上班，林母在家没事干，勤快人闲不住，就和王婆子结伴上山挖笋，结果宋桂花背着个孩子也强行粘了上去。林大姐，你家就一个丫头的，怎么就没想着再要一个孩子？不然大的嫁人了，现在还有一个小的在身边，是不是你不能生啊？那林大哥对你可真是够好的，我从省城来也算是见过世面，就没见过哪个男人像他这样能包容人的，这么些年宁愿没儿子，宁愿大队人指指点点，将来断了香火也和你在一起，这样有责任心的好男人真是不多了。林母心里躁得很，更多的是感觉对不起自家男人，尤其是宋桂花每次说的话像钝刀子割肉一样一点一点的生疼。林奶以前骂她不生蛋的母鸡，林母难受归难受，却也习惯了。这日林府下班，宋桂花在必经之地特意挑没人的地方守株待兔。林大哥，我有个事想要和你说，是关于嫂子的，这两日嫂子闷闷不热是因为她觉得对不起你。招娣对不起我？咋可能，招娣陪我吃了20多年的苦，我对不起招娣才是。那天我们山上挖笋说起娃的事情，嫂子觉得没能给你留个后这才愧疚，我就怕嫂子闷坏自个身体，其实这也不是多大的事，嫂子生不了，你找个能生的，到时候抱给嫂子养就是了，你有后了，嫂子也不用愧疚，借肚子生男娃，这样的事在省城有不老少。林父惊呆了下巴，宋桂花却以为对方心动了。到时候你给一笔钱将人打发了，以后孩子就是你们的了，岂不是两全其美？难道林大哥就不想要一个自己亲生的儿子？女儿再好嫁了人终究是别人家的，生了外孙也是外姓了，大家都说外孙终是别姓人，扫墓只能靠子孙，逢年过节孙子给郭师爷奶烧纸钱年年有，但外孙给外公外婆烧纸钱还真不多。林大哥，咱们大队人都晓得自家父辈祖先，但你见哪个晓得母辈祖先的？一千二表三代四代不知晓，所以得有个自家的男丁继承香火才行。你别说了，宋同志，你一个女同志带娃不容易，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就和大队长说了。林父恼羞成怒，宋桂花也没多计较，留两天时间给他发酵发酵，对症下重药，就不信他不上钩，只要上钩林笑声就完了。回家后，这样肮脏的事情林府压根没和林母说，怕污了他耳朵。招娣，往后别再去挖笋了，也别和新搬来的那家凑一起，那人妖妖扰扰的，看着不正经。接着林母就和林千雪说起了烦心事。娘，这有什么难的，你往他伤疤上戳，戳疼了他自个就不乐意上门了。说曹操，曹操道，宋桂花脸皮厚又抱着娃上门了。宋同志，你是不是衣服没洗干净，怎么一股尿骚味，你还是坐的离我远一点吧，我受不了这味道。怎么会呢，是不是你闻错了？我怎么可能闻错，不是我说你，宋同志好歹也爱点干净。你瞧瞧你这头发油的都可以炒菜了，每次你拍两下头皮屑飞起来都和下雪花一样，挠两下更不得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宋同志，你是不是头上长了几窝虱子？没，我不可能长虱子。宋同志你别笑了，长得本来就一般蜡黄皮肤的，你一笑牙齿就飞出来，菜叶子粘在上面挺恶心的。宋桂花人都僵了，孩子被抱得不舒服，嘴巴一瘪哭了起来。哎呦喂，哭得吵人耳朵疼，宋同志你赶紧将孩子抱回家哄一哄，不然到时候尿了拉了臭烘烘的还得收拾，不是给人添事情吗？有了孩子自己也注意点，别老往人家家里抱，挺招人嫌的。宋桂花再也待不下去了，气走了。第二天林千雪上班时，狗娃又带来了新的情报。千雪姐，千雪姐，我听我阿奶在家小声嘀咕，宋桂花走路样子有点不对，
瞧这不像是生过孩子的女人。不像生过孩子的女人，若没生过孩子，那她怀里的娃哪来的？几乎瞬间，林千雪就意识到这里面可能有大雷。千雪，我听说你家和新搬来的宋家闹得不愉快，宋桂花同志孤儿寡妇落户在我们林家大队不容易，男人走了一个人拉扯着娃，妇联那边的意思是让我们大队多多照顾有困难的同志。千雪，真要是有个什么事情好好说，再不济咱们退后一步，让着他点显得大气，可不姓吵，否则外人还以为我们林家大队欺负孤儿寡母，到时候妇联那边问起来，丢面子的可是我们林家大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他男人是大队长，大队长媳妇也自封了个官，类比妇联，村子里什么妇女之间纠纷，他出面说教有权威性，协助丈夫共同管理好林家大队。吵架闹得不愉快，完全没有这回事。婶子，这是哪个长舌妇到你面前乱说嘴啊？正愁没机会下手的林千雪冲着远处的宋桂花招了招手。宋同志，大队长媳妇让你过来一下。宋桂花立即抱着孩子走过来，受气小媳妇窝窝囊囊的样子。宋同志，我动手打过你吗？没有。宋同志，那我骂过你吗？也没吧。有就有，没就没，什么叫做也没啊？我这人不接受污蔑，你这样含含糊糊的，不是让人误会吗？难怪和婆婆家处的不愉快，就连表姐家住几天也闹成仇，你这毛病委实得改一改，我又不是男人，也没怎么着你，就摆出这副样子给我看，你瞧瞧大队长媳妇都误会我了。你没骂过我？没有发生口角就好，邻里邻间的还是得处的好一点。不过千雪，你也嫁人了，这心直口快的毛病委实的好好改一改，说话噼里啪啦机关枪一样，凶巴巴的，不晓得的还以为审问犯人，瞧瞧把宋同志给急成什么样子了。婶子，我说话快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爹娘都没要求我改，我爱人婆婆也没觉得不对，如今为了一个新搬来的邻居我还得改。林千雪就差没指鼻子问他算哪根葱。宋桂花同志为了破除我们不和的谣言，在大队长媳妇的见证下，我给你抱抱娃。就在林千雪抱娃时，偷偷扯了根双方的头发，然后放入了万界交易所进行亲子鉴定。宋桂花同志，以后有困难找领导，可别再天天来我家了，我娘也困难，脚受伤了要好好休养，哪遭得住小娃娃天天哭。东西到手了，林千雪转身就去了王婆子家。王大娘，你是不晓得，新搬来那户姓宋的糟心死了，也不晓得哪个长舌妇告状，竟说我和他不对付，抬起他，害得大队长媳妇特地跑来我家说一通，你瞧瞧他走路的样子，咱们大队的人就没那样的，谁家生了孩子的女人抱娃背娃不是脚踏实地正正经经的走路，反正我瞧着他走路样就特别扭。千雪，你也觉得不对劲，我接生的多，这生没生过孩子，从走路的样子和屁股大小就能看出来，这生过孩子脚走路会比以前更向外，步子肯定不像小姑娘鸟儿一样轻盈，还有那大屁股，生孩子后都比姑娘家要厚，就连胸口因为天天喂娃都得鼓一点，你再瞧一瞧宋桂花，也不晓得她咋生的，竟然一点毛病都没落下，难道省城来的生娃养娃和咱们不一样？还是王大娘眼睛尖，我就觉得不对，哪不对愣是说不出来，你一瞧立即晓得，果然你们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要多。回到家后，亲子鉴定报告就出来了，林千雪看完之后眼中泛出冷光，果然如他所料，既不是亲生母子那就好办了，送人上西天。林千雪是分分钟都不耽误，熟门熟路去了派出所。公安同志，我要报案，最近我们林家大队新落户的宋桂花她有问题。林同志，你报案说宋桂花有问题，具体说说她哪里不对劲。是这样的，昨天我不是回娘家，大队长媳妇就上我们家门，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妇联让大队人多多照顾宋家母子，偏偏我们家不友善，拿着鸡毛当令箭，你说说我们两家本来就有口角纷纷争，贴也贴不到一块去，我就和村子里人抱怨宋桂花事真多，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们大队一个接生婆也觉得她怪怪的，走路的步子瞧着像是没生过娃的，我晚上睡觉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不对劲，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她真没生过娃，那她怀里的孩子哪来的，指不定是偷来还是买来的，公安同志你们可得要好好查一查，这有没有生过孩子，医生一看肚皮就晓得，之前她往我爹自行车上撞，又偷偷往我家丢娃，我就觉得这女人蹊跷，干的事情也让人摸不着头脑，谁晓得她打的什么坏主意。林同志，谢谢你为我们提供线索，你说的这些我们会尽快核实的，上次宋桂花去省城来往的人他们已经摸清楚了，是时候可以收网了。派出所比林千雪想象中的动作还要快，妇联这边安排了一位女医生去林家大队，对困难的宋桂花进行关怀慰问，她暗中一点头，
喜滋滋抱着娃的宋桂花立即被扣住双手。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女医生强硬地掀开宋桂花的衣服，仔细检查她肚皮，的的确确没生过孩子。确凿无疑，将人抓走。省城那边也可以收网了。宋桂花有问题，牵扯人员必须全部严审。顾维德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被带走，顾家上上下下都慌了，顾老和沈荣各种托关系打听，可惜没人敢沾手。开始时顾维德拒不交代，他相信这点小事肯定能够摆平，可当顾维德见到帮他办事的老李，整个人都懵了。姓顾的，你他妈将我害死了。老李认识的人多，平常也会游走在灰色地带帮人办点事情，他得了人情也拿了钱财，这些年一直都没出问题。这次帮顾维德办事，老李找到了宋桂花，让个乡下人范氏进派出所，法子多的是。原本的计划是让宋桂花勾引林孝生，然后倒打一耙说他耍流氓送他吃牢饭，结果宋桂花被抓，顺藤摸瓜他也被逮了，反复被盘问内贼，那么一大顶帽子扣下来的家破人亡，灰飞烟灭，老李哪敢接，当即什么都顾不上，一五一十交代出了顾维德。顾维德，你最好什么都交代了，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你晓得他们在抓什么吗？抓叛国的内贼，你要是不交代清楚，我们都完蛋，而且家人也要受到牵扯。内贼？怎么可能是内贼？不可能，这里面一定有误会。顾维德在不断的被审问，已经两宿没休息好了，度日如年，出去仿佛遥遥无期，他终于没硬挺下去，如实招认了。我本没乐意，只是让人对付林孝生，林家贪婪想要打我的主意，所以我想警告林家安分一点，我大姐顾玉墨可以给我作证。当林千雪被告知宋桂花是顾维德送来的，瞬间怒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还没替我爹讨回名分，老赘婿的私生子就暗中使坏了。你们和顾维德有什么恩怨？公安同志，哪来什么恩怨啊？这人我们都不认识，我们林家在这林家大队生活了四十年，也没得罪他呀，怎么就虎视眈眈盯上了我爹要对付他哩？林千雪猛然一拍脑袋，激动地站起身。姓顾，他姓顾，我知道了，我爹不是林家的亲生孩子，我爹的生母就是姓顾，叫顾真，当年在林婆子家生孩子，被林婆子恶意调包了，我爹是顾家人的孩子，顾家人的孩子是林婆子的，顾维德就是那个和我爹调包的人，难怪他要伸长胳膊对付我爹，一定是怕东川事发，怕我爹被认回去，而他会失去一切，所以将一切都扼杀在摇篮里，这绝对是顾维德对付我爹的动机。林千雪越说越激动，甚至有些咬牙切齿。我说这阵子林婆子怎么老去省城，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原来是找到了那对亲生儿女，太可恶了，当年恶意调包吸我爹的血，这么多年晓得真相后不知悔改，还兴风作浪。公安同志，你们可一定要调查清楚，还我爹一个公道啊，把林婆子抓起来，他就是罪魁祸首。林乃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他没有顾维德心理防线高，而且脑子还不聪明，不会权衡利弊，知道什么不该说。林乃被带来派出所，整个人害怕的抖成筛子。顾维德是不是你的亲子？顾维德指使宋桂花迫害林孝生，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参与？林乃脸色惨白，彻底慌了神。我儿做坏事被派出所抓到了，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故意害人，你晓得这是什么罪名吗？顾维德的工作肯定保不了，他还得被判好几年，他偷了我爹四十年的好生活，下半辈子就在牢里过，他的儿女也别想抬起头做人，这辈子是出息不了了。王大妞，指使宋桂花暗害我爹这件事的主谋究竟是你还是顾维德？林乃大口大口喘气，完全招架不住。是我，是我干的，不关我儿的事，你们要抓就抓我，一切都是我干的，我不能让老我儿坐牢，我儿浮生可是有大地之资，不能让他遭殃，否则死了对不起老头子和林家列祖列宗。王大妞，你替人顶罪，你就这么确定顾维德是你的亲生儿子？我说是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早就看林孝生不顺眼了，处处和我作对，我恨不得老天爷收了他。那你倒是说说，花了20块钱怎么指使宋桂花的？还能怎么指使，不就是我给钱他帮我干活？无知的林乃依旧说着漏洞百出的话。公安同志，王大妞扰乱办案是不是也要判刑的？20块钱指使宋桂花，哪怕后面加个零都少了。作假口供扰乱办案，林乃成功的被关进了派出所。同时林千雪也没打算放过顾维德，作为受害家庭，林千雪见到了狼狈不堪的顾维德。你暗中要害我，肯定是晓得了自己被调包的事情，你顶替我在顾家享了40多年的福，怎么还能厚颜无耻的害我？难道你一点都不觉得愧疚吗？顾维德，你的亲娘王大妞已经招认了，
真是可笑，他养了我爹40年，却处处刻薄虐待，为了你这个才见过几次面的儿子，却什么都豁得出去。母爱真伟大，可这样自私的母爱却让我觉得他是个笑话。顾维德想要否认这件事，无论真假他都无法接受自己是低贱的乡下农妇之子。他顾维德是顾家子，母亲是执掌顾家的顾真，血脉高贵。可惜恶人自有天收，如今你身陷囹圄便是罪有应得。奚落了顾维德一顿，林千雪等人出派出所撞到顾老一行人，双方都没有好脸色。顾维德招认后，顾老总算是知道的事情的始末，有些懊恼他太冲动了，他本就是亲子，完全不必要多此一举。此时顾老看着林孝生那一张酷似国字脸，有一瞬间恍惚，虽然林府没有表现出什么，但林千雪知道他爹想要认祖归宗的念头。不要痴心妄想，我是不会承认你的。林父顿时挺低落的，林家对他不好，所以他幻想中亲生爹娘应该是美好的，结果亲娘死了，亲爹也不是个好的，曾经有间隙不说，还两看生厌。什么痴心妄想，顾老你是年纪大人糊涂了，还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真有那个本事早就把人捞出去了，还用得着像现在这般无头苍蝇的乱撞，惹怒我们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顾维德犯了事，只要我们这受害人不松口，他这辈子都休想太平，牢狱之灾祸及子女就算是出来了他也毁了，他儿女也别想有大好前程。顾维德顶替我爹享受了40年的好生活，我就要用他儿孙的前程还一报还一报啊。顾老气得直哆嗦，林千雪的每一句话都在戳他的心窝。老顾，眼下不是置气的时候，维德能够平安的出来才是最重要，你刚刚也瞧见了，他们极恨维德，认为维德抢了他的身份，心里堵了一口气，存心报复维德。他算什么东西，他也配？一个生父不祥的野种，简直痴心妄想。他是不配，可是眼下只有让他把气出了，才不会迁怒维德。你是说的怀柔才是最佳的办法，既然他想认祖归宗，你就成全他，你是他父亲，说两句软话他肯定会听你的话的，到时维德就安然无恙了。他不配，我仰望爱慕了顾真十几年，如大哥一般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结果顾真却和别人乌眉苟合，甚至生下野种。老顾，这一切只是缓兵之计，你是一家之主，谁亲谁疏你心中有数，只要你重视维德就行了，养子亲子又何妨，至于他们届时找个借口直接将人赶走不就行了。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顾老年轻的时能屈能伸，如今为了儿子依旧弯得下腰。住在乔继祖家的林千雪看着门外一副屈尊降贵敲门的顾老，顿时甩了一个冷脸。你来干什么？是来求我们放过顾维德吗？我劝你一把年纪还是省省力气，留着自己多活两年。这是你和长辈说话的态度吗？林孝生就是这样教你的。长辈，我上一任阿爷还在棺材里躺着呢，你算哪门子长辈？林孝生呢？让他出来和我说话。你这人还认不清自己身份呢，我爹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拜访人前自报家门不会啊，冲上来就一顿狂吠，不知道的还以为恶狗上门，年纪这么大了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这么多年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最好能少活一天是一天。身为一家之主，这些年顾老在家中说一不二，何曾被人这样指着鼻子骂过，哪怕年轻入赘时都不曾有过。你是千雪吧？这直言不讳的性子像极了年轻时的顾真表妹。千雪，我们今天上门找你爹是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爹在家吗？不在的话我们可以等等。顾真表妹，不知道你是哪位？真要论起来我算是你姨奶奶，我沈家和顾家是姑表亲，我是你庆奶奶顾真的表姐，打小一起长大。好个表姐妹，只怕还是老赘婿的姘头吧。表姐妹，那能告诉我你和这老货是什么关系？沈荣面色僵硬了几秒，随即惭愧的老泪纵横。当年表妹缠绵病榻时日不多，小外甥又嗷嗷待哺，表妹放心不下，病床前哭着求我，我于心不忍，便遵循表妹的遗愿，这些年我呕心沥血照顾外甥，为了不负表妹所托，我不敢生儿育女，总算是把外甥养育成才，可我万万没想到人心这么歹毒，会发生偷换孩子的事情，我真是愧对表妹，孩子这些年你和你爹遭罪了。沈荣伸出苍老的手，欲要慈爱地抚摸一下林千雪这小辈。不过你放心，以后姨奶奶会好好照顾你们的，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姨奶奶不姨奶奶的以后再说，先验一验你是否老小三。林千雪伸手挡住，突然锋利的指甲狠狠一划，似手背出现一道血痕。沈荣面色一瞬间狰狞，随即恢复如常，又挂上慈爱的表情。你个小犊子干什么？你奶奶好心好意来看你，你还弄伤她，果然品性坏，心肠毒。和孩子计较干什么，他又不是故意的，千雪，一点小伤没事的，你不用放在心上。
老王八犊子骂谁呢？别以为你年纪大我就会让着你，倚老卖老也不怕大门撑不住你的厚脸皮，摔地上再也爬不起来。林千雪看向沈荣，声情并茂说了这么多，可惜他一个字都不会相信。说话就说话，谁让你突然动手动脚的？你要是不动手动脚，我能挡吗？手背被划破纯属自找的。不知感恩的东西。沈荣眼中突然泛起一道冷光。是姨奶奶的错，没有考虑千雪你的感受，姨奶奶在这里向你们赔不是。还是先别叫的这么早，这门亲戚我爹认了你们才算，我爹要是不认，你们什么都不是。这时林府走出来，瞧着顾老像是吞了苍蝇一样的难受，而沈荣慈爱地瞧着林府，眼中蓄满了泪水，一腔母爱正要倾泻而出感天动地时，林千雪快一步出声打断。你们就这么相信我爹是顾真的孩子？是的，肯定是的。这张国字脸像极了靖州，还有眼睛鼻子像顾真表妹，而你的性质又像足了你奶奶。可顾维德也像他呀，比我爹更像，你们为何又断定顾维德不是他的种？不一样，你有没有听说过夫妻相？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久了，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相同，他们的一些神态、动作都会相互影响，渐渐相似，所以容貌才看着相似。父子也是一样的，维德同样长了国字脸，四十年朝夕相处，他的行为举止、语言习惯都酷似靖州这个父亲，所以你看着才觉得更像。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被欺骗了整整四十年，以至于没有发现真相。眼见林千雪没反应，沈荣又扔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据。其实真正让我断定维德不是顾家孩子，是因为维德脚掌有五颗黑痣，我们特意打听求证过，当年林家的孩子一出生右脚掌就有五颗黑痣，所以维德和你爹确确实实抱错了。顾维德是老赘婿的私生子，林奶的孩子脚掌有五颗黑痣，可为什么顾维德脚掌下也有五颗黑痣？孩子，这些年你过得好吗？都是我的疏忽，没及时的找到你，让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苦。林父心里怪怪的，要说疏忽也是他亲娘顾真的疏忽，从一开始抱回家就抱错了，千年老狐狸林千雪可没这么容易被糊弄，再次提出质疑。可是为什么我爹八岁那年你们突然写信让乔叔照顾我爹，两个月后又取消这件事情？莫非当年你们就晓得抱错孩子的事情？刹那间沈荣脸上血气顿失，慈爱的面具再也端不住，丝丝皲裂下竟是怨恨。八岁那年，我因为这事失去了一个孩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孩子都六个月大了，在我的肚子里都会动了，却因为这件事情生生的落了下来，我的身体严重受损，打那之后就再也没开怀过。振儿心善，当年在林家生产，他一直挂念着这恩情，临终前嘱咐我照拂林家一二，当年我们远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八岁那一年，我恰好得知乔贤弟在省城，便书信一封托他此事，两个月后取消此事，也是因为小的他们贪婪成性，品性不端，这样的人不配得到真儿的善意，他们竟然恶毒的偷换真儿的孩子，简直是恩将仇报。真是人死了什么都往他头上闷，临终托孤恳求表姐嫁给丈夫照顾儿子，临终嘱咐丈夫照拂路人甲，真特么会编，飘得够白。老赘婿的话林千雪标点符号都不信。远在千里之外，第一次写信时不晓得林家人品，两个月后就晓得了，是长了千里眼顺风耳，还是有人给你托梦了呀？偷换孩子的林婆子当年在我们沈家当过丫鬟，她曾多次犯过错，嬷嬷说过她品性不好，打发去做粗活将洗衣物，所以我左思右想，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得到顾真表妹的照拂，才将此事告诉靖州的，让她自行斟酌，也就有了后面写信的事情，都是我的错，若不是我提醒，好心办了坏事，孩子你也有人照拂，这么些年也不至于这么苦。孝生，是我失察，这才让我们父子分离这么些年。孩子，快叫爹啊，你可千万别怨你爹，这么些年你爹也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看着眼前老头，林父脑海里面没有父子相认的激动，全是上次国营饭店这老头欺负女儿的画面。你昨天放下话让我别痴心妄想。顾老努力挤出的一丝父爱荡然无存，要不是为了维德，他才不会放下身段和眼前这些种虚与委蛇。昨日我是一时无法接受事情的真相。孩子，你别怪你爹，我们一直以为维德就是你，那是顾真表妹留给你爹唯一的孩子，他爱屋及乌，这些年对维德倾注了所有的心血，更是寄予了厚望，四十多年的父子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的，最左右为难的人是你爹，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两天他都没能闭上眼睡个好觉，头发都不知道白了多少根。那真是不好意思，我爹这人有洁癖。你手心手背都是肉，可我爹受尽委屈，凭什么要和那杜鹃贼并列左右，让你趁金轮两的来衡量感情，你不想愧疚难安。
是否想指望着我爹大度体谅，忍气吞声，全了你们父子情？你确定今日上门是来认亲，而不是来插刀的？千雪，你爷爷年纪大了，你总得给他一点时间慢慢想清楚。四十年的父子情谊，唯德要是坐牢，你爷爷岂不是要心里一直惦记？如今你了了你爷爷的一桩心愿，桥归桥，路归路，往后他再也不惦记，父子俩没隔阂才是最好的选择。隔阂？你当这亲我们想认啊？是你们主动上门眼巴巴的认亲，我们还没同意呢。爹，你不想认就别认，反正你也四十了，过两年该升级成外公含饴弄孙，亲爹缺席了这么久，没了也一样。你瞧瞧他老得这么快，指不定认了后还不过个两年还得送他一程，这不是浪费感情吗？林千雪晓得老赘婿不是他爹的生父，说话一点都不顾忌，毫无尊重之心，送他一程这是诅咒他早死，顾老差点气背过去。你也是这样想的，不认我？一个今日才晓得的生父，一个是养了近20年的女儿，林孝生脚趾头都不用想就晓得站在女儿这头。我听千雪的。爹，那就听我的，暂时不认。好，你真是好样的，不孝子，我们顾家没有你这不孝子孙。你又代表不了顾家，当年你入赘为婿，可千万别因为自己也姓顾就忘记了赘婿的身份。我爹是顾家家主顾真的儿子，你认不认他都是，更何况你早就和顾真登报断绝关系了，所以你甩脸子给谁看？顾老气得脸红脖子粗，偏偏林千雪说的又没错，林千雪没打算将人气死，他还得给他爹上户口，然后给亲奶迁坟呢。想要我爹认你，好歹拿出点诚意来，杜鹃贼顶替我爹占了40年的便宜，害得我爹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你不要补偿补偿？这样吧，杜鹃贼这么些年花用的你必须给我爹2倍，你曾经是赘婿，顾家这一切本来就该是我爹的，我爹要2倍过分吗？其次你还得登报澄清我爹是顾家顾真亲子的身份，杜鹃贼休想再占着我爹的身份，你让我看见你的诚意，我就大发慈悲不和杜鹃贼计较，还可以考虑考虑放他一马，这样你也不至于愧疚难安死不瞑目。其实我这人很好说话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林千雪霸道至极，顾老喘着粗气差点没被气死，饶是伪善的沈荣也破防3秒，被林千雪的厚脸皮惊到了。莫非你们觉得我的提议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商量吗？顾老，沈荣松了一口气，无论是给钱还是登报都超出了他们的底线，他们本意私底下相认，到时再找个借口将人赶走，这样对韦德的影响最小。你们慢慢考虑，明天我就多跑派出所2趟，问一问能不能加刑，我就一丝一丝还当真了，见过有人做手术和医生砍价还价的吗？你我什么我的，你要是觉得我的要求很难办到，剩下的气我可不要撒到杜鹃贼身上，总得有人承受后果吧，做买卖的都晓得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你也是半只脚踏进棺材里的人了，竟连这点道理都不知道，合着与我打马虎眼指望捡漏，天光大亮的做什么美梦？这钱不是一笔小数目，一时半会的还真凑不出来，还有登报发表声明得提前和报社的人打招呼才行，急不来你看这样成吗？我们先欠着，大家都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姨奶奶知道你受了委屈肯定不会骗你的，还会多多补偿你，月底这个月月底肯定办妥当。成啊，月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到时我们再写谅解书，就是不知道顾维德皮糙肉厚能不能撑到那时，毕竟宋桂花可是牵扯到拐卖儿童，后面甚至还不止这一桩罪，迟则生变，顾维德会不会被牵连我就不保证了，届时被枪毙那点子钱我也不要了，你们干脆烧给顾维德在底下花得了。沈荣多方打听才隐约揣测到里面可能牵扯叛国贼，可不能让维德被牵连稀里糊涂的丢了性命。现在我能答应写谅解书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可惜你们不珍惜这机会还企图得寸进尺，这困难那困难的，既然一点点小困难都克服不了，干脆就让顾维德坐牢枪毙算了，反正你们也没有诚意，活该他罪有应得。对，我凑齐钱给你，登报声明最迟明天，报社要印刷的要时间，你至少要给我点时间，谅解书你要给我。行，一切看你们的速度，事情要做就一次性做好，千万不要耍小聪明，登报声明的文稿若是写得我不满意，我可能就没心情写谅解书，距离顾维德刑满释放又得拖延一天，聪明人做聪明事，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乔继祖，当年我与你有救命之恩，如今我落难你就是这般袖手旁观，真是令人寒心。乔继祖有些难堪，不过是几番之恩罢了，外加给乔爷爷一点盘缠，你当年还写信让乔爷爷帮忙，后来又出尔反尔，人情也算抵消了，莫非一点点恩情你要人还一辈子不成，
既然如此，那就好好算算，当年你是赘婿，吃我们顾家的，用我们顾家的，所以这恩情也算是我奶奶顾真给的。乔爷爷与我爹有救命之恩，今日我就替已逝的奶奶做主，这恩情算是还了，往后可别再说乔爷爷欠你顾靖州的恩情了。顾老成功的被气走了，还说是我姨奶奶，嘴上还说得好听，老泪纵横，惭愧内疚，登门还不是为了杜鹃鸟。事情一商量完立即走人，果然知人知面不知心，前面全是做戏，这样血脉隔得远的姨奶奶是人是鬼都不晓得，指不定是个狼外婆。爹，我看这姨奶奶往后还是别打交道的好。闺女都听你的，这么一点钱，顾维德是吃青菜萝卜长大的，没诚意。这是家里所有的现钱了，上次在国营饭店150、160的手表你们都能随随便便给陌生人，简直富得流油，如今这点子东西打发叫花子呢，至少这个数，若是没钱就用首饰、金鱼、袁大头抵押。我这不打欠条，不要试图挑战我的耐心，你们要是再糊弄我，明天我就去派出所双倍加注在杜鹃贼的身上。不得已，顾老又搬来了一个箱子。行吧，你们写一份证明，这些东西是你们觉得亏欠我爹，自愿补偿给我爹的，记得摁个手印，免得倒打一耙说他们骗财。林千雪看着证明上顾靖州之子，觉得有些碍眼，让他换成顾真之子。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这不都一样吗？不一样，顾靖州是赘婿，顾真是一家之主，能一样吗？必须换成顾真之子才正式。报纸上也全都是按照你要求写的，如今可以写谅解书了吧？急什么，有时候我真替我爹不值，我百般刁难你就是想要看看你为杜鹃贼做到哪步。这两日你为杜鹃贼忙前忙后，对我爹除了最开始掉了两滴鳄鱼眼泪便视而不见，事实证明你在乎杜鹃贼胜过我爹，简直令人心寒，手心手背都是肉，我爹只怕是脚后跟的老茧吧。罢了罢了，全当没有父子缘分，往后当成陌生人吧。林千雪刷刷刷爽快地写下谅解书，顾老伸手想要接，林千雪又突然收了回去。你还想怎么样？都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别得寸进尺，可一可二不可三，别太过分了。又没说不给你，急什么，又不是活不过明天了，好歹让我把话说完。虽然你这个生父从头到尾不称职，但是身为人子，我爹还是要孝敬生母的。你以登报和顾真划清界限，解除了夫妻关系，那顾真便和你再无瓜葛。近期内我们打算将他的坟墓迁回省城。不行，我给我亲奶迁坟，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你一个表亲行不行？你说了又不算。顾真表妹安葬在南城，已经入土为安了30多年，贸然迁坟会打扰她的安宁的。她的坟墓是我请风水先生特意找的风水宝地，不宜再迁坟。这你就大错特错了，当年狸猫换太子，如今真相大白，我亲奶肯定高兴，独在异乡为异客，留我亲奶一个人在南城多孤单寂寞啊。她生在省城，长在省城，同宗族者生相近，死相随，他一定希望落叶归根，葬在省城，届时我爹能3不50的去探望他，在他墓碑前说说话。至于你说的风水先生风水宝地，那是封建迷信，糟粕，压根当不得真。你若不信，出门去喊两嗓子，看看大家伙会不会把你送去派出所。千雪，迁坟这可是大事，穷不改门，富不迁坟，你一个小姑娘的不懂，叫声你赶紧劝一劝，切莫迁坟，十千九拜，这事情哪能够容得他胡来。我也赞同迁坟，我是他亲孙女，听我的，迁坟是我们的家事，姨奶奶你姓沈，外人得回避，有这个功夫神还不如多烧烧香，好好关心一下上在派出所的顾维德。谅解书我是写了，顾维德能不能安全出来就看你香烧的多不多了。沈荣与顾老拿着谅解书急匆匆地赶去派出所，派出所又将人关了几天，确定没有牵扯后教育了一通，将人给放了。维德回家，荣姨接你回家了。沈荣哽咽地抹了一把眼泪。韦德，容姨不会放过那些害你之人的。沈荣恨林千雪恨得咬牙切齿，林千雪也没打算放过他。沈荣，老赘婿，私生子，他一个都不会放过。鉴定结果显示，沈荣和顾维德是母子关系，这老小三早就和老赘婿有一腿，偷梁换柱。林千雪甚至怀疑亲奶顾真的死有猫腻，杀死原配，小三上位，两人嫌疑非常大。林千雪丝毫没有犹豫，带着家人和看出他命格的老先生动身去了南城。维德，你是顾家的孩子，不要轻信外面那些风言风语，你父亲登报只是前一之计，为了让你尽快出来。容姨，你能告诉我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门外正要敲门送餐的顾玉墨突然顿住了手，停住呼吸，立在原地。容姨，你将我养大，我一向将你当母亲一样敬重，连我都不能说吗？
罢了，维德尼已经这么大了，总不能隐瞒一辈子。这件事情关乎你的声誉，你必须连妻儿都不能提。维德，其实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怎么可能？维德，你当我不想认吗？我日日夜夜都盼着母子相认，可是造化弄人啊！我和你父亲还有顾真三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沈家和顾家姻亲，我与顾真年岁相当，关系甚好，时常往来。当年顾家收养你父亲并送他去学堂念书，因此我认识了你父亲。顾真集万千宠爱一身，顾家独女又是未来的掌权人，他眼光极高，完全看不上你爹。我却觉得你父亲是个有本事重情重义之人，可他错就错在太重情重义了。我与你爹两情相悦后，约定让他来沈家提亲，可是顾真突然又逼迫你爹娶他，用顾家的恩情压迫他。当时顾家长辈病重，多年养育之恩令你爹不得不娶她。沈家落败，我哪里敢和她争？姐妹情深，我也不舍得和她抢，只能一个人离开，偷偷地生下了你。他们婚后七个月，顾真生下了一男丁，孩子孱弱。两个月大的时，恰逢顾家长辈去世，顾家打乱，风雨飘摇。照顾孩子的奶娘一个疏忽，致使他生了大病，没两天身体便越来越弱，医生说高热救不活了。当时舅父去世，顾真已经病了，哪能经受得住这打击？于是我瞒着他偷偷将你换给了他，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他不受打击。可你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骨肉，我哪里舍得？原本想等他精神好一点，再慢慢告诉他真相，我再将你抱回来。可顾真病情加重，这件事情便一直这样拖着。你父亲带他去北平求医，我舍不得你也跟着去照顾你。一年不到，顾真撒手人寰，我百般想要将你认回来，可是我……沈荣用擦了擦眼泪，多年委屈哽咽了起来。我不能让你被人非议，你是我的亲子，是我与你父亲的结晶，你的身份终将会遭受外人的非议。可你若一直当顾真的亲子，便有名正言顺的身份，你本来就是顾家的孩子。其次，顾真终究是我表妹，多年姐妹，哪怕她抢走了我的幸福，我也舍不得她无子送终。她亲子早夭，你养在她名下，给她上香烧纸，也让她在底下冷冷清清，无人惦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了你好，我一直强忍着不认你，这么多年来一直以荣姨的身份照顾你，我也心甘情愿。顾维德沉默了好长时间，他万万没想到长辈间有这么一段恩怨，而他不是乡下农妇的侄子，却是令人鄙夷的私生子。孩子，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哪怕当年没有了那个孩子，我也从不在乎，因为我这辈子最亏欠的人就是你。顾维德心里动容，荣姨对他的照顾从来不用怀疑。母亲，母亲，我是你亲子，可为什么我脚底也有五颗黑痣？当时顾真病重，偏偏他的孩子脚底有黑痣，为了不让他察觉异样，影响病情，我不得已才在你脚底点了五颗黑痣。因为我一己之私让你遭罪，我一直后悔不已。当时你年幼，点上去的黑痣不会随着你长大而改变，时间久了，黑痣慢慢变得不明显。都是顾真造的孽，若不是顾真从中作梗，晋州怎么可能抛弃我另娶？顾真嘴上说退婚，却还是嫁给了晋州，是他先当面一套背地一套，让我的儿子成了私生子，以至于这些年我们人前不能母子相认，整整四十年，亲子近在眼前，却不能喊一声母亲，知道这有多折磨人吗？顾真哪怕死了，还依旧横在中间，让晋州念念不忘，沈荣怎能不恨？那个孩子高热，最后怎么了？孩子才两个月大，本就早产体弱，最终没有撑过去，这就是命，不属于他的强行也站不住。顾家终将是你的，只能是你的，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妨碍到你。母亲，这些年辛苦你了。人性自私，顾维德已经中年了，他知道里面可能不如母亲说的这般，但受益人是他，他下意识不去想那些。我们是亲母子，我为你做任何事都是值得的，好在我们母子总算苦尽甘来。顾维德竟然不是我的亲哥，不仅如此，他们还合谋害死了他我亲哥。确定是这儿吗？怎么周围一个坟墓都没有？按照常理，如果是块风水好地，不可能整片山头都孤零零的没有邻居。老先生站在坟墓前环顾一圈，几米开外上下左右种了八棵槐树，四四方方将坟墓圈了起来。不仅如此，坟墓东方还有一汪泉眼，老先生弯腰蹲下身，伸手掏了掏，泉坑浑浊泥沙地下挖出了一个黑色断刀。
丫头，今天不宜迁坟，这坟墓埋葬的有问题，必须做一场法事。有问题？风水差，极差，坟墓置于山顶尖峰，让逝者承受日之极照，犹如酷刑，四面冢环困在其中，槐树及阴一周邪物，极阳至阴，度得安宁。你再瞧一瞧这坟墓的朝里面凹陷，一旦下雨，雨水堆积淹没坟墓，日出于东，相当于我们睡觉的枕头边，东边小泉，泉水日夜叮咚，犹如水行，水下埋断刀，一把断刀悬挂头顶，断刀断命。八棵槐木离高成苍天大树，这方风水已经不知维持了多少年，风水差成这样是有人刻意为之，显然恨毒了坟墓里的人，令他死后不得安宁。接着老先生在坟墓周围挖出七根血钉，腥臭味十足，血钉绕坟，阻挡故人出入通道，这是永远将人封在里面，备受折磨，做多了亏心事，怕人报仇。林千雪差点咬碎一口银牙。沈荣、顾静州，你们给我等着。老先生在坟墓四周烧香焚纸，让林父将八棵槐木给砍了，把树根给挖出来，原本打算孝敬先人的酒直接浇在血钉上，老先生让林父亲自用黄纸叠金元宝，这次其他人帮忙都不行。助纣为虐，死等害人手段，也让你尝尝其中的滋味。老先生点燃金元宝，吃吃吃，燃烧出滚滚黑烟，甚是骇人，噼里啪啦的响声，仿佛燃烧什么污秽一样。林千雪看完之后呼出一股郁气，心里一阵轻松。接着动土、开棺、捡骨，老先生全程让林父一个人亲力亲为。归途中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好在柳宗镇安排妥当，回到家便将亡故的长辈送上了山。沈荣心里七上八下的，特意前来祭拜打探消息。怎么随随便便寻了这么一块坟地？顾真表妹的长眠之地好歹要仔细点。顾真表妹如今迁了回来，孝生往后你可得要多多来探望顾真表妹，好好打理坟墓。你若是没空，往后我常来，这些年一直是我打理顾真表妹的坟墓，已经习惯了。不用了，往后我七奶的坟墓由我爹打理，姨奶奶你有空还是多管一管你的养子吧。林千雪阴恻恻的眼神莫名让沈荣不安。作假口供替人顶罪的林奶，关押被教育了几天放了出来，老头子走后，林奶就觉得自己是没根的浮萍，如今更是觉得被人抛弃了，没着没落。林奶打算去省城找一双儿女，偏偏巧去坐车的途中遇上了林千雪。又去省城找你的便宜儿子？林奶不想理会这个丧门星，遇见他准没好事。你确定顾维德他是你儿子吗？一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我可不记得林家有人长了国字脸，除非和双胞胎一样不是林家的种。林奶心中咯噔一下，有些不安。死丫头果然不安好心。你是没见过顾静州吗？就是顾维德的爹，两人简直长得七七八八，简直比我爹还像，若说不是亲父子，只怕没人会相信，这就奇怪了。你的儿子却像别人，不是你给林老头戴了绿帽子，就是儿子不是你的。可张点心吧，上赶着认儿子，也没见他喊过你一声亲娘。你说若顾维德不是你儿子，那你的亲儿子去哪里了呢？扔了还是死了？嗯。林千雪眉梢一挑，林奶心中止不住的慌张。不会的，不会的，老二那张国字脸，横砍竖砍都不似我们林家人，眼睛鼻子嘴巴更是找不到一丝相似之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林奶心里的空洞越来越大，她徘徊在顾家附近，苦等了半天，终于见到了一个顾静州。像，像极了。那一刻林奶脑海里面天崩地裂，整个人都瘫坐在地上。林奶哪怕在奢望顾维德是老二，也很难昧着良心说顾维德是他的儿子，人家父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怎么可能是他儿子？林千雪的话不断回荡在林奶脑海里。那小畜生不是我儿子，我那儿子去哪里了？我是送儿子去享福的，结果儿子不见了，享福的人不是我儿子。愤怒的林奶双眼全是怒火，爬起身要冲进去问个明白，恰巧这时顾玉墨回来，瞧见林奶立即将人拉走。你来这里干什么？那兔崽子究竟是不是你二弟？他长得一点都不像你二弟，他脚底板到底有没有五颗黑痣？你倒是说话啊，哑巴了，他脚底的黑痣你有没有亲眼看过？顾玉墨犹豫了一番，摇了摇头。我刚刚亲眼看见了，兔崽子和老东西长得差不多，这怎么可能是我的老二？我怎么这么傻就轻易相信了他，还想要替他顶罪？突然林奶气得直吼。他不是老二你之前怎么不说？兔崽子和老东西长得差不多，你瞎子啊，苦心算计，
失判了40年，如今一切成了泡沫。林乃气得捶了顾玉墨一拳。你怎么这么没用？我送你来就是让你护着你弟弟，你连弟弟都护不住，你还有什么用？怎么出事的人不是你啊？早知道这样，我就送大妮来享福了，也比你这个没用的废物强。林乃将所有的怨恨发泄在裴钱货身上，这一刻顾玉墨心底发凉，原来他贪婪的那点子母爱都是空中楼阁，又是重男轻女，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重男轻女？这一刻顾玉墨心底升起了浓浓的怨恨。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还小，二弟被换了，我也是一直被蒙在鼓里。其实弟弟是被他们故意害死的，我偷听到了，顾维的是他们的私生子，弟弟两个月被他们弄生病了，故意趁机调包的，他们想要用私生子顶替顾家的孩子，弟弟其实是被他们害死的，也不知道随手扔在了哪里。顾玉墨的每一句话都让林乃心如刀割，他悲愤地用拳头捶打着胸口，儿子被害，多年愿望成空，都是他的错，他送儿子去享福，结果是送他去死。那些人好狠毒的心思，我儿子才两个月大，怎么下得去手？顾维德有遗传性哮喘，那是沈家的遗传病，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一闻到花粉这些身体就受不住，顾家上下都晓得他是假的，只有我被蒙在鼓里，像傻子一样，从小到大整个顾家都将我当外人防着，娘，是我没有照顾好二弟，让他被人害死。他害死我儿子，生生占了我儿子的福气，那是我费尽心机为福生抢来的福气，他凭什么抢走？我也不会放过他儿子。林乃眼睛发狠，恨毒了那个坏女人。林乃脑海里面全都是花粉、皮毛、柳絮这些。以前在沈家当丫鬟，就有一次无意中犯了错，身上无意沾了柳絮，伺候时沈家小姐令她哮喘痢疾犯了，沈家小姐犯病呼吸困难，脸色清白的模样吓坏了我，大夫说了严重时会死人，如今开春回暖，柳絮也长了。哮喘确实是沈家的遗传病，顾家那私生子是谁生的？那女人叫啥子名字？沈荣。沈荣，你给我在手上比划一下。不识字的林乃也没认出这个荣字，但上面那个草字头还是知晓的，而且这名字有大大的问题。沈家正经的女儿，大老婆的女儿上族谱，名字都是两个字还带玉的，小老婆生的女儿，名字三个字带草的，你这两个字带草，不伦不类，肯定是外面女人生的，上不得台面，连沈家都进不了。林乃气炸了，一个小娘养的东西竟然害死他儿子。顾玉墨震惊，沈荣指使沈家女儿，早些年一口一个亲姨娘，背地里竟然这么污脏不堪，是个不被沈家承认的私生女。你下次把兔崽子喊出来，就说我要见他。上次顾维德进派出所，顾家人迁怒我，只怕我喊他，他也不会去了。你有什么用？什么都做不了，生你下来还不如快叉烧。你先别急，下次他要是出门，我提前告诉你，你有什么想问他的，到时可以拦下他问个清楚。行吧，我下次还得来趟省城，一来一回坐汽车都要不少钱，我送你过好日子，如今家里却揭不开锅了，你兄弟嫂子都吃不上饱饭，你也不说帮把手。这次出门的急，身上没带多少钱，5块钱你先用着。母爱滤镜破碎，原生家庭像蚂蟥一样，次次都吸血，让顾玉墨有一瞬间疲惫和厌恶。才5块钱，次次都这样说，也没见你下一次多给。啊，你能有现在的好日子，都是我替你谋划来的，你可别自己大口吃肉，忘记了你老子娘吃糠咽菜。这次秋风打得不满意，外加老二的噩耗，林乃回村没有前几次的春风得意，隔壁日日沉迷挖笋的王婆子、朱媒婆瞧出林乃的不寻常，在家门口包笋时就嘀嘀咕咕。这段时间林婆子隔三差五打证明去省城，前几次大包小包提回来，尾巴翘上天了，得意劲就差没写在脸上，这一次倒是啥也没有。是有点奇怪，今天他家都没有肉香味。坐在凳子上的狗娃耳朵动了动。奇怪，千雪姐最喜欢听奇怪的事情了。狗娃决定号召小弟在林家门口玩，看看林婆子还有哪些奇怪事。林同志，你是不知道，我那个外甥女邪门死了，就前个礼拜天，她脸上突然长出了一片黑斑，吓死个人，医院说她得了什么怪病，我看她是招惹了什么邪门的脏东西才对，那黑斑和老人斑、死人斑差不多，再配上她阴森森的眼神，委实瘆人的慌，整个人阴沉沉的，
大白天的还不爱拉开窗帘，病房里都凉飕飕的。上个礼拜天，林千雪刚刚困惑的皱眉就被江疏瑶打断了。哎，不说这些了，一说起他大白天的我都瘆得慌，真希望他赶紧搬回省城，离得远远地，一个外嫁女整日里待在娘家像个什么话。两人渐渐聊起了其他轻松愉快的话题。哼哼，老陈那儿子外头不是养了一个吗？又是给安排住处，又是给安排工作，如今小妖精腿脚也养好了，马上就要工作，纸里包不住火，我就看他们什么时候炸。江疏瑶怀孕了，自然希望老陈能少看重一点前头的儿子，闹翻最好。不是说同学吗？江同志这事情可不能瞎说，万一误会了，女同志的名声可就毁了。同学，同学能房间里一待就好几个小时，孤男寡女的谁知道在里面干什么。哎呦，时间不早了，我得赶回家烧饭了，江同志下次再聊。苏小雨脸上长起了黑斑，林千雪总感觉要解开前世命格被夺的真相了。接着林千雪来到了医院，抓准机会打病房外走过，向里面瞧了一眼。苏小雨虚弱的半躺在白色病床里，额前厚厚的头发半遮住了阴沉沉的眼睛，消瘦的脸颊略显苍白，漫遍其上的黑斑尤为显目，分外诡异。突然他抬起头，眼神阴郁，看向门外。小雨，你看什么呢？等你病好了我们就能出院了，很快的，我们不急。苏小雨摇了摇头，整个人阴沉沉的。这段时间陈金秀早已经习惯了女儿的沉默，自从女儿落水大病了一场，整个人都不爱开口说话了。母亲，为什么舅舅和表哥他们都不来看望我？你舅舅和表哥们工作忙，母亲回去告诉你舅舅和表哥们你念叨他们了，到时候让他们来医院看你。那让他们一起来看我。苏小雨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他们一起来看我，我就答应母亲回省城看病。好，母亲答应你，让你舅舅和表哥们都来医院。离开医院的林千雪眉头紧锁。有什么病脸上会长斑的？刚刚扫了一眼，黑斑上有丝丝绿毛，病房内还散发着一股腐烂的恶臭味，若是寻常人可能是得了什么怪病，但苏小雨这东西诡异，不能以常人揣测。林千雪当即跑到老先生家请教，接着和老先生说起正题。你说脸上长了大片黑斑？对，他脸颊长了一大片，黑斑足有小孩子半个巴掌，还带有一丝绿毛，散发着恶臭味。黑斑绿毛倒车，这是孽报，也称黑鬼斑，做了的事如今压不住，开始反噬遭报应了，的事发酵成恶臭，时间越久情况会越严重，黑鬼斑会慢慢扩大，最后遍布整张脸，臭味也会越来越浓，也不知陈家造了什么孽。陈家造了什么孽林千雪不知道，但是苏小雨这鬼东西做的坏事绝对不少，抢夺别人身体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别指望他有底线，这样的鬼东西林千雪希望他越惨越好。如今鬼东西的身体每况愈下，那背后之人肯定坐不住，届时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我要对方死无葬身之地。老先生，有什么办法能加速黑鬼斑的蔓延？黑鬼斑最惧怕阳物，雄黄粉和雄黄酒与它相克。雄黄粉和雄黄酒，这好办，交易所里要多少有多少，如果可以能用雄黄买死苏小雨。林千雪得到法子，心里已经想好了对策。小姑子，这可去不得，上次胜利从楼上摔下来的事情你就忘记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事情可赌不起，你那外甥女肯定不干净，邪门的连黄大仙都不敢拦下这事。陈家嫂子更心惊肉跳了。可明天全家都去医院，偏偏自家男人一根筋，你说这些他压根不听，还让自己别总是针对金秀。要不我们暂时一试上次那法子，还管用吗？上次林家人替陈海洋挡过了一劫，这一次应该能行吧。时间紧迫，姑嫂俩准备好红包和袁大头，趁着太阳还没落山，急匆匆往林家大队赶去。林千雪路过村头时，远远瞥见田埂上两个眼熟的背影。这不是江疏瑶那妯娌？林千雪瞬间想起林白燕平地摔断腿那天，陈海洋摔下楼安然无恙，苏小雨莫名其妙晕倒的事情。等了好一会儿，听见动静的他们往地上扔了一个红包，火速离开。不过几秒钟，张兰花提着个篮子正准备出门去自留地砍点菜，没走几步他就瞥见不远处有个红包样的东西，急忙上前去捡起来看看，将红包拆开偷偷瞧了瞧，整个人激动的不行。20块钱，还有2块袁大头，简直是天降横财啊。后面偷偷藏着的林千雪觉得不对劲。上次两人丢钱林婆子捡，陈家金孙摔楼下没事，同一天林白燕平的摔断腿，可从两人今日举止来看，百分百故意扔钱引诱人捡，到这倒像买命钱，贪婪招祸，自作自受。
林家和林千雪有仇，没有推波助澜已经是他最大的宽厚了，就是不知这次反噬能伤害苏小雨几何。千雪姐，千雪姐，我可找到你了，最近这礼拜隔壁林婆子天天摘花，村子里的花都被他给掐完了，还跑到岸边折柳树枝，大队长怕他薅秃了不让他折，他就钻进芦苇荡掐芦苇，他还抓老鼠，天天剥老鼠皮，一张张的晾在家里。林婆子看着疯疯癫癫的不太正常，狗娃怀疑他得了疯病，阿奶让他走路绕着点了林婆子。千雪姐，你以后别惹他，我阿奶说隔壁公社有一个疯子，瞧见人就会朝人吐口水，哪怕是路过的都往人身上砸石头，反正疯子打人打了也白打，人家是疯子没法计较，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嗯，我记着了，走狗娃，姐姐去你家坐坐。林千雪踩着梯子远远地朝林家望去，猪圈下有好几张老鼠皮，被灭开的竹片撑得有点点恐怖。摘花，折柳枝，掐芦苇，撒老鼠皮。一时之间林千雪也迷惑他这般操作。上次挑拨离间他究竟有没有上钩，察没察觉顾维德这私生子不是他的种。狗娃，林婆子最近是不是总待在家里没出过大队？他明天要去省城，今上午还跑到大队长家打证明写介绍信，被大队长媳妇说了一嘴天天没事干往城里跑闲得慌，然后林婆子大嘴巴到处说大队长媳妇掉茅坑的事，大队长媳妇气得差点拿毛刀和他拼命。明天去省城，林千雪决定再试探一波，哪怕是死人他也要给糊弄活了。林千雪刚出狗娃家，一边扭过头和王婆子告辞，一个没注意直接和林奶撞上了，跋扈的林千雪倒打一耙，怒气冲冲的找茬。你是诚心的对不对？大路这么宽偏偏往我身上撞，芦苇上的毛全扑在我衣服上了，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歪心肠的人？东西洒落一地，从来都是胡搅蛮缠不讲理的林奶头一次尝到了被冤枉的滋味。明明是死丫头不长眼睛。瞪什么瞪，做错了事情还有理了，一把年纪了还死性不改，穷得天天躲在家里吃老鼠肉，也没见你那城里的孝子贤孙给你一口吃的，真是报应啊，枉费你算计来算计去，也没见你跟着想一丝轻浮，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处处虐待我爹，结果你自己的亲儿子成了天打雷劈的不孝子，天天让你吃老鼠肉，没养在跟前就是不亲，生了和白生一样。才不是，顾维德那小杂种才不是我儿子，我绝对不能让死丫头看笑话，不然背地里还不知道如何得意。你才吃老鼠肉，你全家都吃老鼠肉，我是用老鼠皮给老二做鞋子。还真是爱子心切啊，只是老鼠皮做的鞋子做好了也白搭，你那城里养尊处优的好大铁定瞧不上，你不会真以为他脚长五颗痣，农村脚就什么都穿吧，老鼠皮做的鞋子亏你想得出，垃圾当成宝也不怕寒碜死人。林千雪又补了几刀，仔细观察林奶的反应，林奶提起顾维德眼中带恨，看来也不傻，十有八九是知道了顾维德的真实身份。林千雪的话句句扎心，却也让脑瓜子笨的林奶清醒了，意识到一个问题，他自以为上好的东西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顾维德嫌弃他，这些东西恐怕是不会用，不用就派不上用场了，那他岂不是白准备了？要你管？谁管你了，我这是在看笑话，听说你今天到处编排大队长媳妇掉茅坑里的事情，你还真是蠢的没有脑袋，得罪死了大队长媳妇，我看你往后还怎么打证明去省城，说不准这次是你今年最后一次去省城了，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多看两眼你那个冤种好蛋，指不定看一眼少一眼，时间紧任务重，要报仇的尽快。谁信你胡说八道，大队长家那婆娘平日里笑面虎一样，小心眼得很，万一呢，我岂不是要眼睁睁看着那小杂种继续顶着我儿子的身份过好日子，我还不得呕血气死，小杂种吃了我儿子的人血馒头，抢了属于我儿子的福气，还活生生害死我儿子，凭什么我儿子被害死仇人还能过太平日子？此时此刻林奶榆木脑袋里只剩下六个字，要报仇得尽快。这次去省城说什么也要让对方不得好死。仇恨占据了林奶的大脑，一个更加歹毒的念头悄然升起，